本是龙虎山最强天师的我，居然重生后变成一只千年狮王，不仅能使用道家最顶级的五雷正法，还拥有狮法合一不灭尸仙的体质，就连当代最强的紫袍天师见我都得喊声“可如此牛波一的我，在三点一四分钟前却被钉在棺材里受尽折磨。然而就在我绝望之时，我居然成功的诈尸了，身体突然充满了力量，手脚也能动，看着自己叠满 buff 的状态，谁来了都得给我跪下。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动静，墓室石门被轰然炸开，随着一阵烟尘散开后，几个打盗洞进来的盗墓贼来到我棺材前，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这么大的一口金丝楠木棺材，应该。 该是皇帝墓吧，大师。大师看了一眼旁边的碑文，眉头却微微皱起来，情况好像有点不对。这是龙虎山第三代天师张天鲁的墓。大师汗流浃背了，因为这石碑上还刻着一个龙虎镇灵符。龙虎祖师的墓是有说法的，要不咱还是撤吧。而且龙虎山距离此地不远，要是被那群道士知道了，咱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我怕他龙虎山，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这墓爷也照到不误。盗墓贼首领说完，就用月牙铲把棺材钉拔了出来，一边拔一边吐槽：一个棺材钉这么多棺材钉干什么？光是这棺材钉都有几斤重了。风水大师数了一下，九十九个棺材钉，而且每一个钉子上都刻着盗。 老家镇符，随着最后一个钉子拔出来，棺材下面有红色的液体渗透出来。风水大师大喊一声：“是血棺，快把黑驴蹄子和糯米拿出来，还有那张镇师符也拿出来备着，这里面的东西可能要诈尸。”那大哥还开棺吗？小弟问道。不开棺留着过年呢、啊。开！盗墓贼首领手一挥，几个盗墓贼在棺材盖上一阵忙活，但这棺材盖就像是被吸在棺材上一样。首领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都闪开，一群废物。随即一斧头就劈在棺盖上。而此时我的耳中传来一阵提示音，检测到有盗墓贼劈棺，发布新任务：击杀盗墓贼，获得奖励不灭石仙功，因五雷正法击。 分加一万点，我此刻的身体掌控程度已经恢复到差不多了。睁开眼的一瞬间，天空上黑色的雷云翻滚不息，一道怒雷直接从天而降，穿透此地的地表，劈在我的棺材上，棺材盖直接炸开，还在旁边的盗墓贼首领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一口老血喷出八米多远。与此同时，距离此地几十公里外龙虎山天师府里，身披紫袍龙虎山第七十七代天师玄真睁开眼睛，供奉在天师府里的三代祖师张天鲁的牌位直接裂成两半，祖师出事了。他直接起身传音，整个龙虎山所有青袍以上、黄袍、红袍衣服上带花的都跟我走。他心中大怒。 龙虎天师的墓也敢挖？这是厕所里点灯笼找屎啊！随即带领一众人直奔天雷所劈处而去。另一边，盗墓首领被几个小弟搀扶到棺材面前，他们看到棺材里的尸体，瞬间倒吸了口凉气，尖叫道：“胡大师，你过来看看，他他怎么穿着龙袍？”风水大师一瞅，立马愣在原地。只见棺材里头此刻躺着的天师尸体，面部已经僵尸化，看上去无比狰狞，额头还贴了一张道家等级最高的黑符，一身黑色的四爪龙袍之内夹着龙虎山紫袍。风水大师此刻牙已经开始打颤了，他说道：“走，赶紧走，这身衣服是四爪帝师龙袍，是皇帝赐。” 赐给太子老师的衣服，而张天鲁又出身显赫，其爷爷张道陵当年可是正儿八经有记载飞升的真仙，这墓最好别碰，不然稍微遇到一点事情就要死无葬身之地。然而这群盗墓贼可不会听这风水大师，裤子都脱了，你说你结束，这不是扯犊子吗？今天必须带走点值钱东西。盗墓贼首领看着这棺材里面放在尸体旁边的，竟然还有一把古剑、一枚古玉印和一个名册一样的东西，极其精美。他两眼放光，伸手就朝这三样东西摸了过去，轻轻把剑身拔出剑鞘，只听一声清脆的剑鸣，时隔两千多年再次重见天日，竟然依旧寒光湛湛，锋利异常。只见上面还。 刻着八个字，盗墓贼首领把剑身上的字给风水大师看了一眼，风水大师说话声音都打颤了。太上老君三五斩邪，这是龙虎山的三五斩邪神剑。旁边那个古音玉制金翅钮，下面刻着阳平至都公印，赫然便是那天师印。至于最后那个名册，风水先生翻都不敢翻了。天师剑印都在这，剩下那个名册是什么还用说吗？正是那正义门威福录。再到门录是记录天神的名册，他可以统天地一切鬼神，这玩意儿可不兴翻啊。可这几个盗墓贼可不讲究这么多，他们只知道今天要发财。这首领将剑印名册全都拿上，而后他似乎还不太满意，又将手朝棺材内的尸。 体摸去，想要把这龙袍和紫袍扒下来，吓得风水先生汗毛直立，转头就打算朝墓穴外跑。真仙之孙加三代天师加阵师黑符加四爪龙袍加藏地千年加剑印陪葬。刚刚是不是还打雷了？buff 叠满，这要是诈尸了，就是天神下凡也别。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就在他们扒我的衣服的时候，我瞬间睁开眼睛，紧接着吐出一口黑气，一双金色的空洞瞳孔就这样看着他们。这群盗墓贼吓疯了，全身像挂了铅一样。下一秒，我便从棺材里站起来，不带丝毫感情的盯着眼前的这群盗墓贼，然后一步从棺材里跨了出来，踏足虚空，浮在空中不坠。最后目光落在。 在那个拿着天师印和正义盟威符箓的盗墓贼身上，刚刚绑定系统的时候，只恢复了新自己百分之十的生前修为和百分之十雷法修为，那就试试它的威力吧。我伸出那如同枯枝般的尸爪，银紫色的雷弧缓,缓缓在上面炸了两下。此后两千多年，再次施展雷法，果然生疏了很多。我努力回想生前自己所修的雷法，一道道银紫色的雷霆从五指之中交织而出，下一秒雷霆肆虐，银紫色天雷在掌中汇聚成一股粗壮的雷霆，直接朝那个盗墓贼轰去。恐怖的天雷响彻了整个墓室，接着那个拿着天师印和符箓的盗墓贼已经被这雷法轰成一堆焦炭，他们吓。 风水大师也被吓到，腿都开始发软。雷雷法，这僵尸还会雷法？他不应该是最怕天雷的吗？这也太吓人了。而我拿回天师印和正义盟威符禄时，耳边传来提示音：发布新任务，收回天师剑印符禄，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杂斗成师、五雷正法师硬体，积分加一万。我僵硬转头，目光落在拿着天师剑的盗墓首领身上，旁边的这群小弟吓到顿时散开。不过这盗墓贼首领也是个狠，他反手抓了一把袋子里的糯米在手上，然后猛然一下朝我扔了过来。然而这些糯米压根连尸气都突破不了，糯米这玩意儿也就克制普通僵尸，稍微。 强一点的都对付不了，你用它来对付我，侮辱我！呢？我冷笑一声，师爪一吸，直接把盗墓贼首领手上那一袋生糯米吸过来，顺带着把黑驴蹄子和他那张可笑的黄符也吸了过来。这盗墓贼首领没料到这只天师僵尸会抢他的东西，杀僵尸的东西落到僵尸手上，这不完犊子了吗？然而下一秒，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竟当着盗墓贼首领的面，直接把这一袋糯米都倒到了嘴里嚼了。那黑驴蹄子也没落下，还有你用茅山的符来镇我龙虎山的天师僵尸，怎么讲？你还有什么能耐都拿出来吧！别说不给你机会，盗墓贼首领又怕又急，他一把拔出自己手上的三五斩邪剑，老。 子跟你拼了！这只盗墓贼首领持剑冲过来的一瞬间，龙虎山的天师道长们正好赶到墓室里，还真的诈尸了。他们脸色难看，祖师爷的清静被打扰，是他们这些后人失职最关键的是，这尸气也太恐怖了吧！这时候，盗墓贼首领已经持剑劈砍上去自己今天就用龙虎山的剑来斩龙虎山的僵尸。但我压根懒得看着盗墓贼首领一眼，自己才是这把剑的主人。我随手一招，三五斩邪宝剑便连同剑鞘一起飞到我的手上，随即斩出几剑，将这盗墓贼首领当场削成了人棍。盗墓贼首领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头就被砍下来。我将这把斩邪剑收到自己背后，达平道的剑斩。 频道，亏你想得出来！如此残暴的一幕，也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墓室之内传出浓浓血腥之气，我的脑海当中响起了完成任务的提示音。化为僵尸之后，自己的身体似乎不再适合使用雷法。现在获得了五雷正法适应体，体内那种调用雷霆不适应的感觉瞬间消失，以后自己可以正常使用五雷正法了。这一群盗墓贼已经被吓坏了，同伙一个被砍成人棍，另一个被雷法轰成焦炭。我死死盯住剩下这群盗墓贼，系统的任务是灭掉所有盗墓贼才算完成，剩下那几个一个也跑不了。我凶气大放，一道雷法劈过去，雷霆劈在这群盗墓贼逃跑的正前方，当 场又轰杀一个盗墓贼，同时把盗墓贼逃跑的陆枫死了。无计可施的他们跪倒在玄真天师面前，求天师救救他们。谁知玄真天师和一并道长走进墓室之后，第一时间并非是动手，而是对着这只龙袍僵尸直接跪下去，各个手中掐诀，竟然对着这只僵尸拜了起来。龙虎山第七十七代天师玄字被玄真拜见老祖。接着在天师的带头之下，连带着一批龙虎山红袍、黄袍道长开始行拜祖师礼。正一龙虎山天师府历代天师都是世袭罔替，血脉一脉相传，对于玄真天师而言，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三代天师不仅仅是祖师，还是自己一脉相传的老祖宗。 三代祖师身上的装备每一样都比现在龙虎山上还要强，而且刚刚那掌心雷比自己的五雷正法还要强得多。冒犯祖师，他们可不敢。看到他们，我第一次开了口：“尔等不必再拜，起来吧。”瞬间，整个墓室变得安静无比。玄真天师等人一听这声音，一下子也呆住了。祖师真有意识啊！于是起身说道：“老祖宗，是晚辈不孝，没有保护好您的墓穴，让这些盗墓贼打扰您的清静，您还请回关休息吧。这群盗墓贼交给我们来处理，不要脏了您的手。”我摇了摇头：“盗墓事变之事和你们没有关系，本天师也不想跟你们这些小辈动手，赶紧离开这里吧。至于那几个盗墓贼，我自会处理。”玄真天师一听。 老祖虽然已经下了逐客令了，但还想再争取一番，把这群盗墓贼交给警察处理。却只见我的嘴唇动了几下，东甲乾元亨正气速流行，一道经咒的声音在墓室之内响起。玄真天师听到我念诵这经咒的声音之后，脸色刷一下变了。他带着一众天师赶紧后退，而且还是边拜边退。走走走，现在就走。此刻的墓室之内，只剩下那几个盗墓贼和风水大师。这几个人已经吓尿了。玄真刚跑出墓外，就看见外界天空上大片大片的乌云汇聚，恐怖的天雷在云层中滚动。紧接着一道红色天雷裂,裂开苍穹，直接朝地下劈来。这道天雷巨粗无比，一下子就。 砸穿地面，整个墓穴都被轰塌了。完成任务的我直接冲出地下，一身黑色龙袍，背后背一把天师剑，腰间悬挂天师印和正一盟威符箓。龙袍和紫袍在晚风之下被吹动，猎猎作响。脑海之中吸收不灭十仙功和鹦鹉雷正法，消化掉这些奖励，我瞬间找到了自己的道。尸变复活后，生前拥有的道家修为在慢慢恢复，迟早有一天，自己的道家修为会回到生前最巅峰。而我现在要做的是不断升级自己的僵尸技能，将僵尸的技能和神通也修炼到最巅峰，吃法合一。到时候，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生前没有完成的目标。两千年前，我其实距离飞升成。 成仙就差一步，但是那最后一步我用尽办法也没跨过去，最终遗憾受尽而亡。而现在尸变复活，绑定系统又有了一条新的选择，身在五行之外，跳出三界之中，修炼到僵尸巅峰，本身就是一种另类的无敌。僵尸唯一怕的天克雷法和道术，现在也不是问题。自己本身就专修雷法，尸变之后更是身兼最顶级的道术，施法合一，想想就恐怖了。这时候耳边又传来一道新的提示音，发布新任务：龙虎市城北出现大型鬼域，鬼域之中出现一枚先天姻缘，宿主前往鬼域吸收先天姻缘，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钉头七剑、紫金神师。 修行法生前修为恢复百分之十，生前雷法恢复百分之十，积分加五万。大型鬼域，先天姻缘，好东西啊！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阴气和煞气。吞噬之后可以强化尸气，让僵尸实力变得更强。我现在的修为其实只是出入飞将而已，之所以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全是因为生前实力恢复了一部分，但还是不够用，要变得更强才行。大型鬼域嘛，贫道来了。玄真天师和龙虎山诸位道长看着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现在那群盗墓贼已经伏诛，按理说老祖的怨气也该散了，现在应该躺回棺材里了，这怎么还冲出来了呢？老祖难道？ 真要以僵尸的身份离开这里，这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龙虎天师本身肩负着维护天下苍生的重大责任，龙虎天师都尸变，那就太离谱。玄真天师说道：“老祖，请回去，您已经死了。今日恕晚辈不孝，不能让你离开这里。”我听着下面玄真天师的话，尸变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想不到后代的天师还挺有骨气的。玄真，回去吧，老祖今天不想跟你动手。口中的声音化为万千雷音，传到四面八方，如同天雷在耳边炸响，不少树木都直接被炸开。这是我给他们的警告，勇气可嘉，不过不要多管闲事，老祖的事情不是你该管的。在场的人听到这恐怖的。 五雷元婴，他们个个面露惧色。祖师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但还是那句话，玄真今天不会让老祖离开这里。结七星北斗剑阵，他一声令下，身后所有道长拔剑和老祖斗法。这些黄袍红袍道长就是龙虎山上修为实力最强的那一批人，掌握着龙虎山上最强神通。十几位黄袍红袍道长拔剑结阵，齐齐将手中神剑往空中一抛，神剑瞬间爆发出恐怖的灵光，发出震耳剑鸣之音。十几把道家神剑在空中组成七星剑阵。玄真天师也将自己背后的天师剑抛向空中，他的三五斩邪慈剑瞬间化为七星剑阵之。 中最璀璨的,的一颗剑心，为首的天师剑携带剑阵化为万道剑气朝我杀来，但我根本不慌，背后三五斩邪雄剑出鞘，一道剑气直接破了七星剑阵，十几把剑如同坠落的星辰一般全部掉落下来，我伸手一抓，直接抓住玄真天师的那把三五斩邪雌剑，现在天师剑的雌雄二神剑都在我手中了。玄真天师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老祖几乎瞬间就找到了七星剑阵的弱点，你难道不知道七星剑阵就出自我的手？这剑阵一开始就是本老祖开创，怪不得瞬间就没了，这波属于倒反天罡了。我将手中这把天师雌剑扔还给玄真，收好你的天师剑。 贫道还有其他事要办，没空跟你们玩。说完，化为一道雷光盾飞走了。在墓室里的时候。 玄真这小子上来不管那么多仙科料，说明还是尊师重道。后面自己破木而出，他明知和我的差距，抱着殉道之心阻拦我，也算对得起自己龙虎天师这个身份和他身上的那套紫袍。一道雷光划破天空，我满是湿气的身影略微在天空中停顿了一下。系统所说的鬼域就在前面了。吞噬了这个鬼域，贫道不仅僵尸修为会提升，生前的实力也会再次恢复异常。妙啊！我再次加速朝城南冲去。此刻西边的太阳已经朝山下沉去，太阳收起最后一道晚霞，龙虎市逐渐陷入黑暗之中。城南水库，一群年轻人此时正在水库旁边。 大营口，他们是某音短视频网来这里拍野钓的段子，干脆就顺带在这里野。 公司里的几个穿着黑丝皮草、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网红，一脸抱怨走过来。我生了一个小时了，还没生好，冻死了。生个火有这么难吗？负责生火的小张无辜说道：“真不怪我呀，今天真见鬼了，火怎么点都点不着，烧一会自己就灭了。”一个男网红眉头一皱，不服道：“带了打火机都生不起来是吧？让开，让我来。”他掏出打火机开始生火，但很快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不管他用多少助燃用的酒精球都没用，火焰一开始挺大，但很快就肉眼可见的变小熄灭了。木柴很干燥，但就是死活点不着。周围所有人一脸懵，真见鬼了，没道理点不起来火呀！他们也并不知道。 就在此刻，在月光被乌云遮住的一瞬间，一个巨大的鬼域开始在他们身边缓缓凝聚。鬼域形成之后，无数道恐怖的鬼魂开始从水库之中、四面八方的荒地之内爬出来，无数密密麻麻的厉鬼开始朝他们所在的营地处靠近集合。其中一个帐篷，网红公司的老板正和旗下一个丝袜女网红调情，两人在帐篷里喝着红酒，正打算进一步探讨未来的人生。下一秒，老板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感觉自己背后湿湿滑滑的，而且感觉有一个很重的东西压着自己？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肩膀，直接被吓飞起来，头皮都差点被吓掉，因为此刻就在他肩膀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趴着一只厉鬼，厉鬼的脸上高度腐烂，满脸发紫发白，咧开一张满是黑血的嘴巴，口中四颗獠牙极长无比，而且这鬼的嘴巴还直接被撕裂到脑后。鬼啊！发出这声惨叫的是那个女网。 而和他一个帐篷的老板却没有叫出来，因为此刻的老板已经嘎了，脑袋直接被鬼啃掉一半他，他爬起来就跑，此刻哪里还能顾得上什么形象？可他上一秒才跑出帐篷，下一秒人直接傻在了原地，因为他出了帐篷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帐篷外面此刻已经都是密密麻麻的厉，这些厉鬼看到这女网红之后，口水都流出来了，一股脑扑了上去，将这女网红抓住啃咬了起来。营地里的其他帐篷里的网红。 也大多都是同样的遭遇。就在这女网红下一秒马上要被鬼域里的厉鬼分食的时候，一道红光突然降临在这片鬼域之中，赫然是一只红衣女鬼王。这只红衣女鬼王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长相难看无比，张嘴一笑，露出如锯子一般锋利紧密的牙齿。紧随着这只红衣女鬼王出现，还有另一只男鬼王。只不过这男鬼王比红衣女鬼王身上的阴气还重，因为这只男鬼王身上赫然穿着大清太监的衣服。此刻这男鬼王凶神恶煞看着这帮着急抢食的恶鬼，怒道：“抢什么抢？咱家和娘娘还没吃呢，轮得到你们这些小的吗？愣着做什么？还不把血食给咱家抬上来？这只太。” 太监鬼王和红衣女鬼王显然是这鬼域的首领级厉鬼，本身的修为也强过这群普通厉鬼百倍。那个红衣女鬼王一身的红衣红血，还是母子阴煞，煞气更重，实力明显要强于太监这两个鬼王一出现，瞬间就镇住了全场所有厉鬼，最终乖乖将抓到的活人往拎举了起来，像是运送食物一样把他们运了过去。红衣女鬼王看着运到自己面前的几 个个都长得细皮嫩肉，十分满意。今天要好好饱餐一顿他随即挑了其中一个最漂亮、看着最白的一个女网红，一把托起她的脸，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岂料下一秒，他脸色变了。什么东西？一嘴粉！红衣女鬼在看这女网红被舔了一口之后，脸上的妆掉了不少，那真实的样子把旁边太监鬼都吓一跳。女鬼王大怒，当想惩戒一下这个脸上擦了二斤多粉的女网红。就在这时，他怀里的鬼婴哭了。鬼婴闻到阳气的味道，饿得咧开满是密密麻麻牙齿的嘴，哭声尖锐刺耳，叫声传出几里，在女鬼面前的网红吓到几乎失禁。听着这让人烦躁的鬼婴哭声，两只鬼王都露出烦。 躁的表情，吃吃吃就知道吃。红衣女鬼王一把掐住鬼婴的脖子，把他从襁褓里拽出来。但鬼婴不仅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似乎还很开心一样咧嘴狂笑。而此刻的鬼域外，我脚踏虚空立于水库之上，金色的僵尸瞳孔俯瞰下方，一眼就看穿了下方浓浓黑雾。果然有无数厉鬼把这些厉鬼吞噬掉。贫道应该可以直接修成飞将巅峰，突破旱魃指日可待。我看着下方这些厉鬼，这就是一道道纯净的阴气，是滋补僵尸之身的大餐。尤其是鬼域里的那三个鬼，不异于三根千年人参在我面前晃。我一步踏下，身形化为滚滚黑烟冲进了鬼域。 之中，这时的鬼婴正打算对面前的女网红下口，只见一道亮光出现眼前，三只鬼王一下子没反应。 都目光定定看向从天而降的我，这哪是人啊？僵尸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那个太监鬼王第一个大怒，混账东西，一只僵尸也敢穿龙袍？那是你能穿的吗？太监鬼王刚破口大骂，旁边的红衣鬼王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了不对，一般的僵尸哪有力量破开鬼域的屏障？而且这只僵尸背后怎么还背着一把剑？而且腰间似乎挂着什么东西？天师也能尸变啊？如果对方真是龙虎天师的话，那就说得通了。红衣女鬼王这边刚刚认出这只僵尸的身份，旁边的太监鬼王已经下令让手下的厉鬼出手灭杀这只外来者，随即有无数厉鬼咆哮着朝僵尸扑去。红衣女鬼王想说些什么？ 但已经来不及了。我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大群朝自己扑过来的厉物，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随意画了几下，瞬间一道紫色雷符就在眼前凝聚而成。红衣女鬼王看到这紫色雷符，瞳孔剧缩。传说天师府有一种至高级别的雷法，使用方法唤作通天路当符箓造诣修至一定地步之后，能以自身修为术法为目，以指为笔，以天地虚空为止，直接在虚空之中画符。 并且威力更强，境界达到一定地步之后，草木竹石均可为剑，飞花摘叶也可杀人。可自三代天师之后，没听说有练成的。我见鬼了！这时系统也给我派发了新任务：猎杀吞噬鬼域内所有厉鬼，获得奖励天刚36：阴天罡三十六呼风唤雨，通天万魂幡碎片加三，积分加一万。灭掉所有厉鬼还有奖励吗、啊？我的脸上露出一丝僵硬的笑容。那自己就不客气了。面前紫色符箓瞬间炸开，化为无数紫色天雷朝四面八方肆虐而出，雷光所过之处，所有厉鬼擦着就死，碰到就灭。这些厉鬼的魂体直接被天雷撕裂，厉鬼魂体破碎的一瞬间，我张口。 猛然一吸，他们体内最精纯的一股鬼气就被他吸入腹中，直接吞了。后面的厉鬼一个个像是见鬼一样掉头就跑。这僵尸怎么会雷法？鬼见鬼了，这不科学啊！无数厉鬼鬼哭狼嚎，想破头皮都想不通为什么。你们以为跑得了吗？雷法之下无活口，碰到贫道该你们倒霉。我起手又是一道符箓挥出，伐庙劝雷符，一道道门咒绝之音响彻鬼域。这道雷符轰然炸开，巨大的雷霆肆虐八方，比刚刚那道追雷符还强，瞬间将八方逃命的厉鬼直接蒸发掉。大量的纯净鬼气被我吸收吞噬，自己的飞将肉身得到滋补，这种吞噬的感觉太爽。太监鬼王和。 鬼婴看到这只僵尸使用 a 法，这这是什么东西啊？他是僵尸还是道士？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旁边的红衣女鬼王往后退了一步。 他已经想跑路了，感受到这只僵尸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还有那雷法，明显不是他们能应付，估计能把他们的整个鬼域都杀穿。他边撤退边说道：“这老家伙外面穿龙袍，里面穿着龙虎山紫袍呢，还有他背后那把剑，应该是龙虎山天师剑之中的那把雄剑，怕不是龙虎山哪一代先祖天师尸变？就他现在这个状态，五千年的鬼帝见了都得挨两巴掌，黑白无常碰到了估计都得踢两个正步再走。你们不跑，我先跑了，告辞。”他的身体瞬间化为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听完红衣女鬼王的话，太监鬼王和鬼婴也是鬼脸抽搐，这两只鬼王也化为黑光想溜，但我岂能让他们如愿？ 我抬头看了一眼三只鬼王，同时耳边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发布新任务：拦截镇压逃跑的鬼王，收服三只鬼王，获得奖励银天罡三十六颠倒阴阳，通天万魂幡碎片加三，拘魂锁加一，积分加五万。我大手伸出，抓向天空中的三只鬼王，劫劫劫，都给我留下吧，跑不了的！张天鲁一只手抓了出去，天地玄黄，日月之光，六丁神掌，收摄不祥。他的背后金光冲天而起，接着背后出现一个巨大的金光神将法相。这金光神将。 就是道家的六丁神将之一，金光神将的法相顶天立地，身高十丈，身形巨大。随着张天鲁一掌拍出，这巨大的金光神将也一掌拍出去，直接就把天上逃跑的这三只鬼王一巴掌一个全拍下来。三只鬼王刚想跑路，迎面被道家六丁神将一巴掌拍到脑瓜子嗡嗡的，三只鬼王被打回地上。他们看向张天鲁，那红衣女鬼王说道：“老家伙，你也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以前井水不犯河水。” 你做事别太绝。再说，你我都是妖魔鬼怪，一师一鬼的差别罢了，何必自己人为难自己人？张天鲁扫了一眼红衣女鬼王，他不屑道：“谁跟你是自己人？你在贫道眼里也算人，不要不识好歹。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乖乖束手就擒，以后帮我办事，还能留下一条小命。不然，张天鲁的黑色龙袍上有雷弧游动，此刻他身上的天雷已经从紫色凝练成白色，龙虎山雷法就像火焰温度一样划分等级，火焰颜色红、黄、白、蓝。” 颜色越接近蓝色，温度越高。雷法颜色紫、白、金、蓝、红。白色是雷法的第二个阶段，白色的雷霆可要比刚刚张天鲁用的紫色雷霆恐怖多了。三大鬼王站在张天鲁对面，感受着他身上的白色雷法。红衣女鬼王脸色阴寒，他当了千年的鬼王，从来只有别人服从他，他就没服过人。想让他臣服，哪有这么容易？红衣女鬼王说道：“想让我臣服，做梦！”接着他看向自己旁边两个盟友：“一会我们分三个方位一起动手，一拥而上。” 全力出手，就算他有雷法，也未必能赢。搏一搏，杀了他！红衣女鬼王表示，虽然对方有雷法，但我们这边有人数优势，三对一，他的胜算还是很高的。但让红衣女鬼王没想到的是，他的话刚说完，上一秒还跟他同一个阵营的太监鬼王先软了，当场选择叛变。太监鬼王举着手中的拂尘说道：“你别放屁，要打你打，咱家投降，以后您就是咱家的新主子了。”红衣女鬼王大怒：“废物，还没打呢！” 你就投了，亏你还是个鬼王！太监鬼王对红衣女鬼王翻了个白眼，他表示你没看到人家什么实力，我们仨什么实力？人家能一巴掌把我们从天上拍下来，就能一巴掌送我们仨走。趁早投降是明智之举，真以为自己能钱得过雷法呀？而且他背后还有天师剑印和正义蒙威符箓。太监鬼王对于自己的定位和实力有极为清晰的认知，现在还有投降的机会，一会真动起手来，想投都不一定有机会了。太监鬼王杂，咱家生前本来也就是奴才，继续当奴才没毛病。 太监鬼王恭恭敬敬，第一个投降，来到张天鲁身边，选择臣服。张天鲁满意看他一眼，不错，识时,时务者为俊杰，你是懂的。太监鬼王问道：“主子，奴才想问一下，您生前是龙虎山第几代天师？还有您这身龙袍是？”张天鲁说道：“贫道龙虎山三代祖师。”张天鲁，元武帝追封天清昭化广德真君。东汉末年，曹丞相汉帝官拜镇南将军，封郎中侯，十亿万户，御赐龙袍。太监鬼王当即肃然起敬。 卧槽！牛逼！汉帝还有元帝追封，这逼格可比大清高多了。这太监鬼王名为王英莲，本身生前曾任大内太监总管，死了之后修成鬼王，认个主子，在他看来没什么不能接受的。更何况眼前这位地位可以说比当年大清皇帝还高。龙虎祖天师，汉帝拜官封侯，元帝追封，还有御赐龙袍，丢人丢不了一点。太监鬼王眼中瞬间崇拜起来了，他转头看向红衣女鬼王和那鬼婴。 你们两个还不赶紧投降！冲撞了圣驾，休怪咱家不顾往日情分，心狠手辣了。红衣女鬼王和鬼婴露出鄙夷的表情。奴才就是奴才，反水真快啊！上一秒还是盟友，下一秒就帮着新主子来对付他们了。该死的东西！红衣女鬼王爪子一亮，她的爪子瞬间变得极长，而且还是血红色。红衣鬼王动手，他旁边鬼婴怪叫一声，两只鬼王一起动手了。张天鲁旁边太监鬼王也挥舞着拂尘杀上去。 这只太监鬼王和红衣女鬼王站在了一起，维护新主子张天鲁，则看着自己面前这只鬼婴，一边发出刺耳尖叫，一边速度极快，像是一只贴地蜘蛛一样朝自己飞快扑杀过来。这东西就像是个暴脸虫，一张嘴满口牙，往人脸上舔一口就能轻松撕掉一张人的脸皮。此刻，这暴脸虫一样的东西往张天鲁脸上扑过来，张天鲁看着这灵活的小东西，他不慌不忙，看着这小玩意跳脸即将扑在他脸上的一瞬间，张天鲁手印一掐。 金光诀，天地玄宗。下一秒，体内无数金光透体而出，直接在他面前凝成一层坚固无比的金光屏障。鬼婴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这一层金光屏障，如同铜墙铁壁一样，他尖叫一声：“啊！刹不住车了！”砰！脸杀，直接一头撞在天师的金光咒上，鬼婴的脸直接被金刚烫坏，烧掉一半，脸上冒出大量白烟。此次，他疼到尖叫。张天鲁看着这头鬼婴，想玩速度跟自己贴脸杀，结果一头撞在自己的金光咒上。 他直摇头：“小老弟，你没睡醒是吧？跟频道玩速度？你看我动吗？冲的跟个骑行种一样，站着不动让你打，你能破我金光咒？”鬼婴直接被金光烧掉半张脸，正惨叫着呢。下一秒，金光之中，一只黑色的尸爪直接伸出来，一把像是抓小鸡一样掐住这只鬼婴的脖子。这只尸首自然是张天鲁。这只鬼婴直接被张天鲁捏在手里，他一把将鬼婴提起来，这叫声是真难听。张天鲁盯着他几哇乱叫的鬼脸。 嗯、呃，狠狠道：“你要是再叫，我就把你的牙一颗一颗全拔了！”鬼婴，卧槽，这么凶！张天鲁一把抓住鬼婴的脖子，这鬼婴老老实实跟一只鸡一样被天师抓在手中，不是不想挣扎，而是不敢挣扎，因为鬼婴刚想动，就感觉到张天鲁掌中有雷法汇聚的气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敢动一下，电死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比五雷正法硬的话，就挣扎吧！鬼婴瞬间老老实实，连叫唤都不敢叫唤一下了。红衣女鬼王这边看到鬼婴瞬间就被秒了。 他被这只太监鬼王纠缠着脱不了身，心中怒骂：“废物！这俩废物队友，一个当场倒戈，一个瞬间就被秒了，全是垃圾！”红衣女鬼王暴怒，这一瞬间气场全开，恐怖的鬼王之气肆虐而出，直接形成杀气领域。张天鲁微微惊讶：“咦，可以啊，这红衣女鬼王有点潜力在身上的。这红衣女鬼的潜力比那只太监鬼和鬼婴都强，千年修为，鬼王境界竟然就已经凝聚出自身的战斗领域了。” 说明他鬼修的天赋不错，属于厉鬼之中的天骄了。不过，虽然这红衣鬼王凝练出杀气领域，但在张天鲁面前还是太稚嫩了。他手中剑诀一掐，说道：“王公公，退下。”那只太监鬼王一听，立马退到一边去。红衣女鬼实力强于自己，太监鬼王现在确实也已经有点钱不过了。现在正好，自己也该退开了。王公公退到一边之后，张天鲁就出手了。在道教之中，高公执法剑与咒语相配合，更增强法剑的威慑力和杀伤力。 很多高公道长都以剑诀佩剑杀敌，在道教的内丹修炼中，将剑法借用来比喻修炼的层次。《真龙虎九仙经》书依炼丹功力之深浅，所成仙有天侠、仙侠、灵侠、风侠、水侠、火侠、气侠,侠,侠、鬼侠、剑侠九等之分。其中剑侠位九仙之上乘。同时，道门之中也有诸多剑咒。此刻的张天鲁手中剑诀一掐，背后天师剑发出一声剑鸣，他手一挥，天师剑直接出鞘，剑身在空中轻轻颤动，直接对准了。 那只红衣女鬼王张天鲁手中画出一张杀剑符，符箓打入神剑之中。太上有命，普告万灵，促召天真，聚会地庭，挥剑前驱，唤至火灵，机命甲奏，虎足天钉，烽火齐战，伐邪绞精。张天鲁驾驭天师剑在鬼域之中飞了一圈，速度极快，如同一道流光划过，所过之处，无数厉鬼被斩成两半，当场化为乌有。鬼域之中所有厉鬼都被飞剑所杀，最后。 张天鲁将剑指向红衣女鬼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听命于我，要么死。张天鲁将飞剑悬在红衣女鬼王的头上，不听话，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红衣女鬼王感受到飞剑的剑气，汗流浃背，他哪里还有反抗的念头？早出飞剑，早投降了。这剑练的太恐怖了！红衣女鬼王瞬间软了，愿意拜为主人。红衣女鬼跪了。张天鲁看向自己手里掐着的那只鬼婴，他将飞剑召回来，飞剑悬在他背后，对准鬼婴的脑袋。 你呢？鬼应应应应，我也服了。三大鬼王全部臣服，拜为主人。张天鲁的耳边，此刻响起任务完成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灭杀吞噬鬼域内所有厉鬼，清除鬼域，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呼风唤雨通天万魂幡碎片加三积分加幺零零零零。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拦截镇压逃跑的鬼王，收服三只鬼王，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颠倒阴阳通天万魂幡碎片加三居魂锁加一积分加五零零零零。 任务完成，奖励发放。张天鲁提取了呼风唤雨和颠倒阴阳两大神通，仔细体悟之后，学会这两门阴天罡三十六变，加上最开始得到的撒豆成师和钉头七剑。张天鲁现在相当于是获得阴天罡三十六变其中的四大神通。其中撒豆成师相当于是撒豆成兵的僵尸版本。道家撒豆成兵，一把炼化后的黄豆撒出，召唤神兵神将。而现在的张天鲁可以做到一把尸豆撒出，召唤无数僵尸，并且尸豆的培养方法，神通里也有。 张天鲁后面可以自己培养，培养的狮斗等级越高，召唤出的僵尸等级也越高，这可是极佳的辅助战力。钉头七剑是一种极为最恐怖歹毒的禁术，杀人于无形，属于降头咒术。《封神演义》之中，截教的赵公明就死于钉头七剑术。《封神演义》原著有提路压道人约力一营，营内台结义草人，人身上书敌人姓名，头上一盏灯，足下一盏灯，脚步刚抖，书符结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礼。 至二十一日之午时，在此过程中，被害者本人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原这之中，若不是文仲太师提醒，赵公明甚至不知道自己被诅咒。待到二十一日后，敌人的三魂七魄就会被败散。此时射箭到草人上，如射敌人本体，草人和敌人都会喷出血来。杀了草人，就相当于是轻而易举杀了被诅咒的敌人。此神通十分可怕，也极为阴毒。呼风唤雨和颠倒阴阳，呼风唤雨神通如其名，不必多言。 其实之前张天鲁不会这门神通，也可以呼风唤雨，只不过稍微麻烦一点罢了。走到门，正常流程，烧香画符念咒也能呼风唤雨，但学了神通之后，就可以免去这些流程。念风，风起；召雨，雨来，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颠倒阴阳，更是能直接改变气象，白天变黑夜，黑夜变白天，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的神通。但同时消耗的蓝条也极大。四门神通都是极为实用的。张天鲁将四门神通全部掌握，接着。 他看向其余的奖励，通天万魂幡碎片，拘魂锁加一。通天万魂幡的碎片，现在张天鲁已经收集六块了。按照系统介绍，凑齐十块碎片可以合成一副完整的通天万魂幡。而万魂幡是一把后天法宝，威力巨大，可以在幡中饲养厉鬼万魂。法器一挥，天昏地暗，万鬼齐出，扫荡八方。一翻就是千军万马。拘魂锁专门锁鬼用的，还能不断吸收阴气升级。最高级别的拘魂锁能锁鬼圣鬼帝。 张天鲁提取出系统发下来的拘魂锁，看着手上这根印着地府专属血红色拘魂咒的黑色铁锁，张天鲁将其挂在腰间。爱不是手，贫道没记错的话，这东西是地府专用的吧？而且一般的鬼差都很难领到一根，这可是好东西啊！拘魂锁，地府专用的法器，专门克制妖魔鬼怪，尤其对于厉鬼有极强的克制效果。被拘魂锁锁住的东西，轻易无法逃脱。这东西在某些方面比龙虎山的符箓还好用。在传说中，这东西。 是六道轮回之中诞生的法宝，整个地府数量都有限，限定九十九根。是极道之术，能拥有真正拘魂锁的鬼差并不多，基本都在十大阴帅、鬼王、阎罗手里。小鬼差用的都是地府仿制的版本，仿制版本和真拘魂锁的区别就是，真货可以不断升级。一根极致的拘魂锁，什么都可以锁住，甚至能把你的灵魂强行从身体里拽出来困死。张天鲁将拘魂锁挂在腰间，好东西收着了，以后用阴气祭炼，不断变强。 就是一件顶级法宝，所有奖励领取完。张天鲁扫了一眼自己面前的这三大鬼王，他询问：“你们三个，将鬼盒交出来吧。”三个鬼王身体一颤，露出惧怕的表情，但无奈实力不是对手，只能将鬼盒交出。张天鲁收了三个鬼盒，鬼盒就是厉鬼的核心，基本和人类的心脏差不多。鬼盒在手，才可以彻底掌控这几只厉鬼。只要他们有任何抗命的想法，张天鲁捏碎鬼盒，他们就得原地暴毙。张天鲁不会跟鬼讲信任，拿捏软肋。 才是最实际的。他将鬼盒吞下，接着太监鬼王将刚刚没有吃完的几个网红团队的人拎过来，询问张天炉主子：“这几个活人怎么办？您享用吧？”张天炉扫了一眼这几个网红，他也是无语。这几个人怎么跑到鬼域里来了？此刻这几个小网红吓到瑟瑟发抖，人都快傻了。毕竟都是一群普通人，出来拍个视频遇到鬼域本来就够倒霉了。刚刚鬼域里的厉鬼们大乱，他们还以为有活下去的希望，结果下一秒就被其中一只太监鬼压到这里。 他们看了一眼张天鲁，更害怕了，因为这赫然是一只僵尸啊！先遇厉鬼，再碰僵尸，这是前狼后虎啊，倒霉到家了。这几个人本来都以为没救了，结果下一秒，这只僵尸竟然挥挥手，说到让他们走。张天鲁现在虽然是僵尸，但生前是龙虎天师，天师庇佑一方。现在尸变，不代表张天鲁要这吸食活人。修成顶级僵尸的路有很多条，杀人吸血吃人这一条是最脏的，而且万物生灵，人最灵长。 是天地主角，大开杀戒，宰杀活人，还会扣功德。到时候业债在身，得不偿失。张天鲁让这三个鬼王滚一边去，驱赶这几个网红离开这里。这几个网红露出惊讶的目标，这只僵尸竟然会放过他们？见鬼了！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他们还是连声道谢，而后掉头就跑，迅速离开这里。怕是这辈子也没跑这么快过。这几个人跑了之后，张天鲁将目光看向四面八方，开始搜索起系统所说的先天姻缘所在之地。系统发布的任务之中。 让他吸收先天姻缘，这鬼域之中是有先天姻缘存在的。张天鲁已经感受到一些先天姻缘的气息。毕竟这一个鬼域之中能造就三个鬼王级别的厉鬼，可不是普通阴煞之地能做到的。但有先天姻缘存在提供能量，就不奇怪了。张天鲁询问这三只鬼王：“我问你们，这鬼域之中的那颗先天姻缘在什么地方？”三鬼都摇摇头：“主人，我们不知道啊。我等修炼至今，都是靠自己吸收天地阴气，没见过什么先天姻缘。这三只鬼王。 也就红衣女鬼王见识多一点，其他两个都是修为高、见识浅，他们可能连先天姻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鬼修的天赋好。张天鲁摇头，不知道也正常。如果知道了，那这先天姻缘也不可能在这里存在这么长时间，说不定早被这三只鬼其中一个给吞了。毕竟先天姻缘这东西对于妖魔鬼怪都有大好处。张天鲁取出自己身上的天师印，大洋平治都供应一出，被他画了一招符箓打了进去，接着他就用这天师印在这鬼域之中感应先天姻缘的存在。 天师印可以镇一切天下之鬼，也可以用来找东西。天师印之上不断冒出金光，证明这地方确实是有姻缘存在。张天鲁发现，天师印抵达水库湖面的时候，光芒最盛。在这湖下，接着张天鲁就手中印诀一掐，一道手印打入天师印中，天师印的印章之处立马散发出一阵金光，打入湖底，整个水库大湖骤然沸腾起来，就像是煮熟的开水。张天鲁发现，这么大的一个水库之中，愣是一条活鱼都没有。 不过也正常，先天姻缘属于极阴之物，融于这水库之中，必然导致水库之中的水质阴至寒，没有活物是正常的，有才奇怪。水库之内，大量的水源沸腾不息，水面上方，天师印光芒笼罩之下，一颗紫黑色的不规则晶体开始缓缓凝聚。这凝聚成的晶体带着至阴至寒的气息，这东西就是先天姻缘。张天鲁站在水库边上，负手而立，看着湖面上凝聚的先天阴缘，看来这先天姻缘之前是未能成型。 而是以一种能量存在水库之中，所以这三个鬼王都不能直接吸收先天因缘，张天鲁也是借用天师印的力量，才将水中的先天因缘之气抽取出来，凝聚成实体。只能说这机缘，何该张天鲁得到？水面上，紫黑色晶体快速凝聚。而这时候，就在这水库最下方，一头庞然大物感受到先天因缘的能量，也是缓缓睁开了眼睛。这东西在这水库之下多年，之前一直吞噬水中的先天因缘的能量，不断修行。 但之前这先天姻缘能量太散了，水库下的这庞然大物也无法将其凝聚，所以只能慢慢吸收。但现在他感受到能量在凝聚，这家伙立马警觉，从水面深处泥沙之中翻了出来，巨大的身体破开水流，朝水面之上冲来。张天鲁这边，天师印已经收集完所有先天姻缘，他看到水面之上一尺高位置，一颗拳头大的黑紫色晶体凝聚完成，散发极阴极寒的能量，那就是自己要的先天姻缘。张天鲁一招手。 刚想将其收入囊中，下一秒异变突生，从这水库的深水区内，一个巨大的生物瞬间破开水面，腾空而起，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先天姻缘一口吞过来。此物身形粗壮，浑身颜色为黄金色，体型巨大，有二三十丈，面有长须，头生双脚，状如真龙。此物突然从深水区冲出来，破开水面，对着张天鲁刚刚凝聚成先天姻缘，上来就是一口。看着这突然冲出来的巨物。 张天鲁眉头一皱，截胡！他脸色瞬间冰冷下来，找死！贫道的东西也敢截胡？张天鲁瞬间高举手掌，接着僵尸手指在虚空中随意滑动两下，一道紫色符箓瞬间汇成。天空之中，一瞬间风云大变，雷声轰轰。接着他的手猛然一落，头顶立刻有一道怒雷从雷云之中冲出来，砸向想要截胡的巨物。五雷正法，接雷速降术，此术可以瞬间上接天雷，直接用天雷轰人。一道怒雷直接冲下来。 柱粗的紫色雷霆狠狠轰在这头状如真龙巨物的头顶上，雷劫轰下，这巨物伤得不轻，血肉破开，大量的红色血液飞溅。庞然大物惨叫一声，吼雷法威力巨大，但依旧阻挡不了这庞然大物一口吞掉先天姻缘的决心。这货愣是尾巴一甩，将先天姻缘吞了下去。张天鲁大怒，吐出来。接着他一指水面上的天师印，天师印立马化为一道金光，砸向水怪。狠狠一击之下，水怪头骨都被砸裂，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货在水里的速度极快，落在水中之后，他一个掉头就消失在张天鲁的视线中，跑了。张天鲁面目狰狞：“臭泥鳅，我的东西都敢抢！”张天鲁好不容易用天师印把先天姻缘凝聚出来，转头被人截胡，自己忙活半天，东西被人抢了，这暴怒气值算是拉满了。他当然大怒，这场子要是不找回来，他这个三代天师威名何在？三大鬼王感受到主子的怒意，瑟瑟发抖，头顶的雷云似乎都翻滚起来。张天鲁问道。 你们在这里修行这么多年，这水库底下有这么大一条泥鳅都不知道吗？他看向三大鬼王：“你们仨纯纯小丑，这么大的一头泥鳅，每天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混，愣是一点没察觉。”三大鬼王说道：“主人，我们真不知道啊。”“是啊，此物是泥鳅成精，每日混于水底泥浆之中，很难察觉啊。”三个小丑辩解：“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泥鳅，没想到自己家门口还有这么大的庞然大物藏于水下。”张天鲁的金瞳看向水下。 刚刚那头半路截胡的巨物，是一头千年大泥鳅。泥鳅这种东西，在普通人眼里很贱，常年生活于五湖四海的水底泥沙之中，以昆虫幼虫、水蚯蚓为食。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它都极不显眼，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桌子上的一盘菜。但实际上，这货在道家、佛门之中都是潜力无穷的，甚至道家、佛门和民间都有专门培育泥鳅的方法，可以互关运往人脉，甚至让主人彻底转运。在道家传说之中，泥鳅被称为堕龙。 他跟四大灵宠龟、鸡,鸡、猫里之一的鲤鱼是同根不同命。鲤鱼有龙相，通龙性，知缺龙形，正因潜龙，也就是潜伏起来等待时机的龙。一旦某天突然开窍，开悟造化，得见龙门，鲤鱼跳过龙门，就可以开启修行之路，修行千年，可化为龙。而泥鳅却是个堕龙，也就是被罚堕泥犁的龙。它有龙性，却无龙形；有龙欲，却无龙命；有龙骨，却无龙相。一生只能仰望风云，却终究不能成龙，也不得升腾。 在《西游记》和原本和明代之前的神话小说中，里面的人物骂龙族，通常都会骂作泥鳅，尤其是孙猴子。只要四海龙王稍微惹猴,猴子不高兴，猴子张口一个老泥鳅，闭口一个老泥鳅，给四海龙王气得不轻。其实这个骂的是很贱的，跟骂你一辈子倒霉没出息一个意思。然而泥鳅虽然混得很惨，但却并非没有根骨，只是不闻大道，无法脱块计。泥鳅如果听得精多了，懂得开窍认主的话，寿命会长很多。 而且看起来也不会像原来鱼市里那种抱头鼠窜的贼样，会变得有点像金龙鱼那种四平八稳、不紧不慢的样子，身体也会慢慢变成纯金黄色。这其实就是它开始误会本相，快要脱困了。但泥鳅的一生是不能成龙的，它要脱困必须是死后轮回，所以对它来说，能够自然而然脱化其实是大道圆满，非但不会对主人造成运道下降，反而会对主人格外感激。可以想想，天上有条你一手养大驯化的龙罩着你，你的运势该有多牛？但想将泥鳅。 养成一条龙难度太大，普通人养个几十年都未必能成，这也是需要大功德大造化的修行者才能点化的，所以普通人就别想了。道家和佛门以前都有人养过，但成功的都不多。但这条路确实是通的。刚刚张天鲁遭遇的这条就是一条已经开始彻底化龙得到的泥鳅，并且至少有千年修为了。这家伙偷偷猫在含有先天姻缘的水库深处修行，吸收先天姻缘。刚才就是感受到先天姻缘成型，抢走先天姻缘对自己有巨大好处。 吞掉这先天姻缘，至少能给这货增加千年修为，还能助其化龙。此物生性圆滑狡诈，善钻营，懂风色，所以刚刚不要命都要抢。而这家伙常年钻在泥沙之中，十分猥琐。张天鲁一开始也没能感应到这货的存在，属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那货伤的也不轻，一道天雷外加天师印全力一砸，头骨估计都裂了。他想恢复没那么容易，而且彻底炼化先天姻缘也不是一日之功。 张天鲁还有机会把东西拿回来，他准备收了这条千年老泥鳅。不动真格的，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此刻，张天鲁的耳边也是传来系统提示音：发布新任务，检测到先天阴缘被抢，在四周布下天罡八门阵，困住千年大妖，可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翻江搅海秀丽、秀里乾坤修行法积分加三零零零零。张天鲁看着面前的系统任务，再看向水下，好好好，老泥鳅敢抢我张三的囊中之物，你已有取死之道。 张天鲁看着系统发布的任务，布置天罡八门阵，困死那只虎口夺食的老泥鳅。这头大泥鳅现在钻到水下淤泥深处，泥鳅的打洞速度很快。这货要是想跑，带着先天姻缘钻入龙国的五湖四海，张天鲁再想要找到，那就是千难万难。所以先将其困在这水库之中，然后瓮中捉鳖就容易得多了。而系统让他布置的天罡八门阵，又称天罡八卦阵。八卦指乾坤震巽坎离艮坤，由先祖伏羲所创。太平御览中记载。 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化八卦。张天鲁单脚踏出，浑身湿气滚滚，黑气如浓烟，立于水库正上方。僵尸手指在虚空之中画符，一道道黑色符箓被他在虚空中描出。这些符箓凝于虚空，聚而不散，十分鲜活生动。张天鲁按照八门阵法，将这些符箓一一打入水库的八卦方位之中。伏羲设八卦，以为阳，以为阴，组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为风。 坎为水，艮为山，离为火，兑为泽，一类万物之情。八卦分居八方，终会太极之图。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为宇宙的元代码。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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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轰轰轰无数黑色符箓如同箭矢一般射入水中，分别定位八卦方位。下一秒，有八道黑光从水底深处冲出，冲天而起，光柱升上苍穹。阵法已成，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布下天罡八门阵，困住千年大妖，可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翻江搅海秀、秀丽乾坤修行法积分加三零零零零。张天鲁在城南水库之中灭鬼玉聚姻缘抓泥鳅的同时，龙虎山内部官方网站上有通告发出：龙虎山向道门所有同道求援，他们龙虎山三代老祖墓被盗，三代老祖师便复活，现已逃走失踪，对世俗威胁极大。所有道门如果发现老祖行踪，联系龙虎山和各大道门一起围剿。这消息一发出来。 瞬间引起术法界轰动，龙虎山的老祖，而且还是三代老祖尸变，这有点恐怖了、啊。一时间，茅山格造山、武当、全真，还有一些正一分支如神霄、青微、天星、东华、净明、太一内部都热闹起来了，不少人闻之色变。毕竟龙虎山的实力放在这呢。唐末宋初，道教中的天师道和上清灵宝派分别以龙虎山、茅山格造山为活动中心，形成这名的三山福路，即茅山的上清路、格造山的灵宝路、龙虎山的正一路，称为福路三宗。 后来，龙虎天师在后代攘灾有功，封张可大先生为提举三山福禄监狱前诸公冠教门公事。龙虎山的地位一下超越茅山、格造山，统领天下道门，被尊为道门祖庭。道门祖庭的三代祖天师尸变，而且龙虎山还详细说了逃跑的过程，能从这一代的紫袍天师玄真天师手上跑掉，甚至好像还把玄真天师的剑都给收缴了，这他妈得有多强啊！现如今各大道门实力最顶尖的那一批，以龙虎山玄真天师为绝顶。 能在玄真天师手上过十招的，都被称为公认的术法一流高手。这尸变的老祖能在玄真天师眼皮子底下光明正大离开龙虎山，被迫向全道门求援，发不到门为角令，可见龙虎山都觉得棘手，这是不是一般吓人了？此事一出，事情不仅在各大道门之间流传，民间也开始上热搜了。各大社交平台、短视频、新闻平台，随着昨天晚上小虎牙直播盗墓的直播录屏切片出来之后，民间网络上热度瞬间飙升上去。 很快冲上热搜前十！我勒个去，真的假的？听说天师尸变了，昨天晚上龙虎山天师的墓被盗了。好家伙，这是什么墓都敢盗啊？我就想问，这尸变到底是真的假的？这个世界真有僵尸啊？是真的，昨天我就在直播现场看得清清楚楚，那僵尸的实力比天师还恐怖，现场十几个道长都压不住他。听说现在道门内部已经发了围剿令，一旦发现行踪，所有道门都要将其抓回来。这可是龙虎山千年来唯一一次求人。 最近还是少出门吧，夜路也少走。要是碰上那只僵尸的话，怕不真就是天神下凡也救不了。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官方开始压热度，毕竟这件事情有点敏感，他们也怕热度太高惹出麻烦。但很快，官方发现根本压不住，热度反而越来越高。现在这事的讨论度太高了。城南水库外，距离水库一公里外，随着张天鲁布置下的天罡八门阵的阵光冲上云霄，一个手持十八颗念珠的黄衣法袍和尚停下了脚步。这和尚三十多岁的年纪。 手中念珠转动了几下，发出淡淡佛光。晚风吹在他光秃秃的脑袋上。这和尚抬头看了一眼水库方向的天空，他感受到了僵尸的气息，而且似乎还有鬼异的鬼气。就在这时候，和尚看到前方从水库方向一辆越野车疾驰而来，这车在仓皇逃命。和尚一眼看出这辆车上也带着些许尸气和鬼气，显然和水库方向的僵尸厉鬼遭遇过。于是他伸手拦下车辆。车上开车的网红看到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而且就挡在车前。 他吓一跳，毕竟刚刚才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这荒郊野岭的，大晚上又碰到一个和尚，不会又是鬼吧？女司机愣神的功夫，刹车都忘了踩了。在等到回过神的时候，车子已经撞向这黄衣和尚了。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黄衣和尚竟然也有点本事。他看到这车子没有刹车，朝自己撞过来，这和尚竟然丝毫不慌，原地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之后就一掌拍在车头上，身体之上，金刚罡气爆发出来，金刚波惹掌。 他一掌直接把车头按住，硬是将这车拦下来。车内的几个人直接傻眼了，这什么怪物啊，力气这么大！而这时候，和尚已经笑眯眯来到车窗旁边了，示意他们把窗户降下来。他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这几人。几位施主，贫僧有礼了。请问几位刚刚是从那水库方向而来？和尚走到车窗旁边，身上散发微微佛光。他自我介绍到：“贫僧法众寺，法号圆空和尚。各位不必害怕。”他刚刚一掌截停车辆，惊呆了车上的人。再加上此刻这和尚慈眉善目。 身散佛光，而且还问他们问题，他们瞬间反应过来，这不是鬼，是人，而且还是得道高人。这几个人瞬间如同找到救命稻草一样，说了起来。他们确实是从水库那边过来的。接着，这和尚就问他们在那边发生了什么。接着，这群网红就把在水库边上发生的事情全说出来。听完这几个人所说的话之后，和尚点点头，看来跟他猜测的差不多。水库就是一个鬼域，还有一只僵尸混在那里。和尚觉得很奇怪，按道理来说，鬼和僵尸。 是不会混到一起去的。不过，那只僵尸竟然会放走这几个普通人，这是和尚没想到的。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从这几个逃出来的网红口中得知情况之后，和尚说道：“多谢几位，那贫僧就先走一步了。”看着这和尚转身就要朝水库方向走去，几个网红心中大惊：“大师，那边有鬼啊！你要过去？别去呀、啊，太危险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死在那边了。”“是啊，别过去！”车上这几个人还想劝大师一下，让他别去。岂料下一秒。 大师直接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多谢诸位施主提醒。不过贫僧对自己还是有些自信的。我佛门佛法无边，超度一些厉鬼和僵尸是没问题的，不必为我担心了。”大师表示无所谓：“我会出手，不就是一个小鬼域和一只僵尸吗？成不了气候的。他修为高深，佛法无边，以前就经常超度厉鬼、僵尸，也不是没有对付过。至今还没有僵尸和厉鬼能从他手上活着逃离。所以这圆空和尚很自信。”和尚说完之后，整个人一步踏出。 下一秒，竟然瞬间挪移出十米之外，一步十米，这是佛门的缩地术，和道家缩的成寸颇为相似之处。和尚几步就已经消失在这几个网红的视线之内。这几个网红坐在车上，看着飞快离开的和尚，有人说道：“怎么办？他好像真的过去了。我们要不要跟着回去看看？感觉那和尚挺有本事的，跟个毛？那地方有多危险？你刚刚没看到？好不容易逃出来，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可不去。是啊，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可不想再碰上那些鬼东西了。” 这群网红选择跑路，虽然那个和尚看上去挺有本事，但谁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去赌一个和尚有没有本事，还是赶紧溜吧。刚刚发生的事情，估计让他们下半辈子都难忘了。除非脑子有病，不然狗都不去多看一眼。这群网红直接溜了。此刻，那黄色法袍和尚则,则是朝水库冲去，他的缩地术速度很快，用不了几分钟就已经到了水库外。圆空和尚看了一眼前方，此刻他手上的念珠散发的佛光更成一倍，似乎念珠感应到了什么一般。鬼域就在前面。 圆空和尚也看到了鬼域外围的那一层黑色鬼物，因为之前张天鲁吞掉九成的厉鬼，没有大量厉鬼的鬼气支撑，此刻这大型鬼域的鬼物已经消散了一大半。圆空和尚看着这鬼物的浓度，觉得这应该是个小鬼域，鬼物浓度不高，实力一般啊。随即他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法器木鱼，咚咚咚，一边敲打木鱼，一边走入这鬼域之中。木鱼原本是道家法器，后被佛门吸收，多用于和尚念经、超度、打坐。 召集僧众时所用，也有一部分的木鱼是法器，被高僧用特殊方法开过光、祭炼过，对于妖魔鬼怪有一定克制效果。此刻圆空和尚敲击木鱼，随着一声声木鱼敲击声响起，周围的鬼物开始往四面八方散去。他用木鱼开出一条路来，确实有点本事。鬼域之内，张天鲁布下天罡八卦阵，领取系统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翻江搅海秀、秀丽乾坤修行法。前者是神通，修行后能操控江河湖海。 掀起滔天巨浪翻滚的伟力，后者是收服法，可以在自己的袖子之中开辟空间，收拾一切物品。《西游记》里，地仙之祖镇元大仙就曾用过这一招，一袖子收了逃跑的唐僧师徒四人，连猴子都没跑得掉。张天鲁看着系统奖励的天罡三十六变翻江倒海，正好他现在用得着。随即，张天鲁将其提取吸收，接着，张天鲁一爪伸出，如同拿住虚空，似乎将手插入这水库之中。阴天罡三十六变翻江倒海。 可以看到，随着张天鲁手掌转动，下面的水库之中的大量水面也开始无风自动起来，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张天鲁加强神通，水上的漩涡越来越大，竟然形成龙卷状，数道水花卷起十数丈高。三代天师背后，三只鬼王看到天师抬手之间，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那原本平静的水库上，一下子出现十几道龙卷水柱，似乎要将整个水库倒过来离一遍。这三个鬼王心中震惊，真他妈吓人啊！ 自己之前竟然还想跟他过两招，太天真了！这种级别的存在，别说鬼王了，鬼帝来了也得乖乖跪下呀。谁能打得过呀？刚刚那条泥鳅抢这位的东西，只能说属于老寿星上吊找死。现在人家要把整个水库翻过来找人，只要那泥鳅被抓住，那好日子就到头了。张天鲁看向水面，此刻的水面上波涛汹涌，翻江倒海，大片水花全部倒翻上来，水底泥浆都被翻上来了。张天鲁的双眼透过湖水和泥沙。 寻找那条敢劫自己湖的老泥鳅，张天禄小东西，你别被我带到了！你要是被我带到了，你有你好果子吃。三代天师在水库之前翻江倒海，鬼域之外，一个黄色法袍的和尚敲着木鱼，缓缓穿过黑色鬼域的黑雾，朝里面走来，准备降妖伏魔。走着走着，他听到耳边翻江倒海巨大的水流声，圆空和尚眉头微皱：“什么声音？哪来这么大的水声？”鬼域之内，水流的声音翻江倒海，震耳欲聋，这声音比瀑布声音还大。 圆空和尚眉头紧皱，他敲着手上的木鱼，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这个小鬼域里面怎么这么大的动静？圆空和尚一步踏入其中，同时口中喝道：“阿弥陀佛，贫僧法众寺圆空大师在此，尔等厉鬼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巨大的佛音一下子冲散面前所有的鬼气黑雾。圆空和尚的身上璀璨佛光透体而出，佛光笼罩之下，他行走在这鬼域之中，简直如同是一尊真佛在世。张天鲁这边，上一秒。 还在搅和水库之中的水底泥沙，想将这底下的泥鳅给翻上来，但搅动半天也未见那只大泥鳅的身影，心中正窝火着呢，就看到一个秃子顶着光头走进来。这秃子佛号响亮，身上的佛光亮的跟个一千瓦大灯泡一样。下一秒，张天鲁和他旁边三大鬼王同时转头，将目光看向这自投罗网的圆空和尚。张天鲁的口中吐出一口黑色的湿气：“佛门，佛门的人迷路了，跑到这里来了，送死了是吧？这小秃子刚刚说什么？” 让谁束手就擒？张天鲁正愁抓不到那条大泥鳅呢，他看到这个送上门的圆空和尚，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翻江倒海半天也没找到那只大泥鳅，说明那只泥鳅肯定是猫起来了。与其自己继续被动寻找，到处翻水下的泥沙，还不如引蛇出洞。下水抓鱼难度比较高，但钓鱼难度就低了吗？眼前这圆空和尚浑身纯正的佛法修为，细皮嫩肉，张天鲁看一眼就认出他是纯净的修法体质。这种体质的人对千年大妖而言可是大补。 尤其是刚刚那条泥鳅，还被张天鲁用雷法和天师印重伤了。重伤状态之下，他想快速恢复身体。元空和尚的身体更是上品中的上品。张天鲁此刻在看着这闯进来的和尚，他两眼都放光了，这不是送上门的鱼饵吗？元空和尚这边，他进来之前还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小鬼域，毕竟看鬼域的鬼气浓度不是很浓啊。进来之后，确实没看到几只鬼，不过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一个红衣女鬼王，一个鬼婴王。 还有一个太监鬼王，各个身上都是鬼王级别的气息。三只千年大鬼王啊！好家伙，还有一个更猛的，那只僵尸身上穿的是龙袍，背后被剑，腰间挂印脚，踏虚空站在那里，能脚踏虚空而立的，证明他至少是个飞僵，有遁天缩地之能。一只飞僵，三个鬼王。元空和尚咽了一口口水，来之前他是没想到此地鬼域之中环境有这么恶劣的，这对他降妖伏魔的职业人生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毕竟。 元空和尚出道至今，对付过的鬼王也就一只而已。这下一次来了三只，还有一头飞江。元空和尚脚趾都扣紧了，要死这一波刷小怪，刷到 BSS 头上来了。尤其是元空和尚还看到那头飞江正在翻江倒海，他的面前有十几条通天水柱被卷了起来，直冲云霄。这家伙竟然有翻江倒海之能，真就给元空和尚一看一个不吱声了。元空和尚和张天鲁三大鬼王对视了十几秒，双方都僵持住，没有说话。 圆空和尚刚想说点什么，他的口袋里手机铃声响起。圆空和尚低头看了一眼，掏出手机，是法中寺的戒律大师，也是他师父和真和尚打过来的。圆空和尚看到面前这几只厉鬼和僵尸暂时没动手的意思，他一脸苦涩，接通电话。电话接通之后，手机那头传来了真和尚声音：“徒儿，现在在什么地方？没事的话就回寺里一趟。道门那边出事了，刚刚下来的消息，龙虎山三代天师的墓穴被盗，他们三代天师尸变了。” 现在那只僵尸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在外游历红尘，降妖伏魔，最近小心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若是感受到湿气，切记一定要远离，可别碰到那只天师僵尸了。喂，元空，你在听吗？了真和尚的语气有点担心。元空和尚是他的得意弟子，所以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夜打电话通知。但元空和尚听到这个消息时候，却表示这属实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现在貌似已经站在那位龙虎山事变的祖师面前了。 圆空和尚就说：“这只僵尸的造型怎么这么奇怪？哪有僵尸穿龙袍、背法剑、挂法印的？龙虎天师啊，那就正常了。”圆空和尚心里都快哭出声了，他越听越害怕，心态已经有点炸了。真是多谢你了，蒙古人师傅，要不是你给我科普面前这只僵尸的来历，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只是你这个电话是不是打的有点太迟了？好消息，现在知道了这只僵尸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坏消息，知己知彼，无命休矣。圆空和尚师傅。 我想我已经和他碰面了，先挂了。他这句话说完，挂掉电话。下一秒，只见张天鲁狰狞一笑，接着张天鲁对手底下三大鬼王一声令下，拿下，别让贫道的鱼儿跑了。三大鬼王一听到天师之令，这三个家伙立马像是被放出去的恶犬一样冲了出去。一下子，三大鬼王同时对圆空和尚出手，鬼王的攻击同时从四面八方劈杀而来。圆空和尚一掌佛门翻天佛掌拍出，佛光神掌和这三只鬼王正面碰了一下。 而后，元空和尚抓住这个间隙，掉头就用佛门的缩地术跑路。三大鬼王一起上，这谁顶得住？他现在只想跑路，但已经来不及了。被张天鲁看中的猎物，你能跑？张天鲁一步踏出，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缩地成寸。张天鲁缩地的速度比元空和尚快了百倍，一步就出现在元空和尚的前方。小兔子来了，你还想走？束手就擒！元空和尚没想到这只僵尸移动速度比自己还快，明明自己先跑的。 他直接跑到自己面前去了，这就是龙虎山三代天师的实力吗？太吓人了！元空和尚不甘心就这么被抓，他还想垂死挣扎一下。接着，他手中念珠一把就反手抽了出去，念珠之上，阿妈那巴米哦，六字真言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佛光之力，抽向了张天鲁。这六字真言佛门念珠是元空和尚炼化了很多年的宝物，即便是一般鬼王都不可能正面硬接住这念珠一击。然而，面对这念珠一记抽击，张天鲁竟然丝毫不避。 肉身硬抗这一下，念珠直接被抽断了，但却一点伤害都没有打出来。三代天师笑死，就你那破玩意，你看我疼吗？你拿佛门的法器来降我道门的天师啊！下一秒，只见张天鲁抬起一只手，一道符箓瞬间凝成，直接被他按在了圆空和尚的脑袋上。定身符，圆空和尚直接被控死了。他这辈子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一只僵尸定住，他也很无奈，这是硬实力上的差距，弥补不了。接着。 张天鲁就抓着猎物回到水库之上，他看着自己手上这还冒着佛光的圆空，佛门的秃子自古至今就和道门不和。佛门从外面传入龙国之后，这么多年来都在打压道门。张天鲁早看这帮秃子不爽了，现在这秃子也要来抓他，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这细皮嫩肉的，白送上门的诱饵啊！想抓贫道，那贫道拿你当鱼饵，你没脾气吧？下一秒，张天鲁直接收了翻江倒海的神通，水面重新恢复平静之后。 他收敛起自己的身上的所有气息，只有收敛自己的气息，才会让那条泥鳅觉得自己气急败坏，已经走了。而后，张天鲁直接将这圆空和尚往水里一扔，圆空和尚直接被扔到水里打窝了。钓鱼不打窝，钓到也不多。自己把水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带到那只泥鳅。只有引蛇出洞才行。他就不信下面那只大泥鳅能忍受得了这样一个纯净修法肢体的补药的诱惑。只要你敢露头，就必死。圆空和尚被张天鲁扔下去打窝了。另一边。 那几个网红把车子开到大路上，也是直奔警局报警了。到了警局之后，因为提前报过警，所有警察提前出来把他们接进去，先安抚了一下这几个网红恐惧的心情。之后，警察询问起具体的情况，随后他们就将自己碰到的事情跟警方全部说了出来。警方听完之后也觉得离谱：水库拍摄视频碰到鬼，而且还差点被吃了，最后居然被一只僵尸救了。事情虽然离谱，但在没查清楚之前，一切还不好说。而且听着这群网红对于那只僵尸的描述。 一身黑袍，背后背剑挂印，还会用雷法劈人，这个描述有点眼熟。有警方想到，这跟龙虎山在网上公布求助的那只逃跑的尸变天师描述很像啊！难道是同一个？那只僵尸天师已经跑到城南来了吗？如果是那只僵尸天师的话，把这几个人放走就有可能了、啊。毕竟生前是天师，可能不屑于害人。警方决定将事情通知龙虎山一声。龙虎山这边收到消息之后，玄真天师也是第一时间走下天师府。 他召集龙虎山上所有红袍、黄袍以及衣服上带花的，并且将消息通知给附近道门的其他道长。所有黄袍以上道长全部朝城南这边赶过来，天亮之前就能赶到城南。而这时候，这几个网红也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他们说到：“对了，警察叔叔，我们在回来的时候还碰到一位大师，那个大师自称是法众寺的圆空和尚。我们刚从那个水库里逃出来，他就往那边去了，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这几个网红描述了一下他们遇到那位圆空和尚的情景，他们觉得。 那位元空大师还是很有本事的，毕竟正面能拦下他们的一辆疾驰汽车，修为绝对很强。也不知道那位元空大师现在情况如何。以他的能耐，也许能在龙虎山赶来之前解决那里面的厉鬼和僵尸。说不定现在已经解决了。警方这边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再打一通电话给法众寺，他们担心出问题。龙虎山那边发布这么多求助信息，向众多道门同道求助，连天师都很难搞定的角色，一个和尚单枪匹马能搞定，怕不是被搞定。 还是通知一声比较好。法众司，刚刚给自己员空爱徒打电话的了真大师，连夜从禅房爬起来。他从员空刚刚说的最后一句话里听出了恐惧和迷茫。显然，他真碰到龙虎山尸变的那只天师僵尸，而且警方也给他们法众寺打电话了，说知道圆空和尚的所在地。可真大师当然不能不管自己的爱徒，连夜带上自己的其他几个弟子，坐上自己的专属座驾丰田埃尔法，就从禅寺后面的停车场直奔警局，和警方联合行动救人去了。张天鲁这边。 他把圆空和尚扔到水里，圆空和尚也是佛门的高人，有修为在身的。他头上那张定身符只能定住他的肉身，有修为在身的人在水里泡一个月也死不了。所以张天鲁也不担心他会呛死。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等那条泥鳅放松警惕出来就行。只要冒头就必死无疑。张天鲁已经在这钓起鱼了。很快几个小时过去，城南水库依旧没什么动静。另一边动静就比较大了。城南警局佛门法中寺的了真大师。 和龙虎山玄真天师都带人来到城南警局了，两边的人一见面，法众寺的戒律堂的真和尚就摆了一张臭脸。阿弥陀佛，龙虎山真是好大的能耐，身为道门祖庭，连自己的祖师都管不住，祖师也能尸变出来害人，真是天下奇闻。和真和尚阴阳怪气，玄真天师本来心里就不爽，现在听着这了真秃子的话，更不爽了。他开口道了：“真大师，你最好管住你的嘴，不然贫道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玄真天师也不怂他。 掌中此刻已经有雷弧不断炸开，你他妈在放屁！老子就把掌心雷塞到你嘴里。了真和尚看到玄真天师手中闪动的雷法，汗流浃背了。他深吸一口气，冷哼一声，转身走了。不过临走前甩下一句：“你记住，我的徒儿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龙虎山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贫僧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了真和尚面对玄真天师的雷法，虽然犯怵，不敢再拿龙虎山祖师说事了，但嘴上还是不忘了威胁。元空和尚可是他的爱徒。 如果自己徒弟有什么三长两短，那龙虎山也别想好过。看着了真和尚放狠话，玄真天师懒得理会他。现在当务之急是将祖天师请回去。玄真天师也知道，不能再让祖师在外面乱跑了。接着，警觉的警方也调动人马，与龙虎山玄真天师和法中寺的了真大师一起前往城南水库。城南水库，天色破晓，大雾开始消散，阳光一出来，再强的鬼气都要退散。再加上此地鬼域里面的厉鬼，之前就被张天鲁灭的差不多了。 没有厉鬼支撑，鬼气被太阳一照，直接化为乌有。三大鬼王因为境界够高，所以不惧阳光，一直在天师旁边听候差遣。张天鲁坐在水库边上闭目养神，窝子已经打下去七八个小时了。他收敛了自己所有的气息，但水库下方还是没什么动静。那条泥鳅确实谨慎，昨晚被张天鲁打怕了，饵料都送到嘴边上了也不咬钩，这么能忍。张天鲁表示：“好,好，好，好看你能忍多久？反正他不着急，正好趁着这会功夫。” 吸收一下昨天晚上灭杀鬼域厉鬼吞噬的阴气，张天鲁炼化阴气，修为也得到一些进步。与此同时，水库之外，警方、龙虎山道门联盟和法中寺的车子在距离水库几百米外停下，接着所有人下车。警方领队说道：“大家小心，这次我们要应对的敌人要比以往普通的对手危险得多，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随便开枪激怒对方。”随后，三方人员开始朝城南水库的方向靠近。主子，又有人来了。 张天鲁身边的太监鬼王察觉到人类的气息朝这里靠近，而且看气息实力不弱。太监鬼王提醒张天鲁一声。张天鲁睁开眼看了一眼水中，他在这里打窝等了几个小时，没有泄露一点气息，就是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引诱那条泥鳅出来吃东西。这个时候来人，要是打扰到下面的泥鳅，那自己这么长时间就浪费了。张天鲁随即说道：“去拦住他们，别让那帮蠢货靠近这里。”奴才遵命。三只鬼王离开，前去拦截水库之外五百米。 三伙人群朝张天禄所在之地靠近，还没等他们靠近水库，玄真天师和龙虎山的诸位道长就感觉到一股鬼气扑面而来。他们说道：“小心，有鬼王来了！”话音刚落下，一条鬼气锁链直接从地下伸出来，这条锁链直接锁住玄真天师的双脚。接着，就有一只红衣女鬼从地下钻出，利爪朝玄真天师心脏抓来。天师小心！有旁边道长提醒一声：“看着这帮鬼王先对自己动手。”玄真天师脚下猛然一震。 几乎瞬间就震开地下捆着的锁链，接着玄真天师对着面前朝自己攻击过来的红衣女鬼迎面就是一掌五雷掌，轰！雷掌和红衣女鬼鬼爪撞击，红衣女鬼瞬间被拍飞。鬼王也惧怕雷法，红衣女鬼偷袭不成，被拍飞之后，见识到玄真天师的厉害。接着红衣女鬼冷笑一声，鼓掌说道：“好好好，不愧是龙虎山紫袍天师，雷法果然强大。不过我劝你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过来打扰比较好，我家主人在里面办事，打扰到他。” 对你们龙虎山，以及对我们这些做手下的都不好。红衣女鬼王双手抱怀，冷笑说道。他的身边，地下鬼婴王和太监鬼王的身影也缓缓出现。三大鬼王往门口一堵，压迫感立马就上来了。城南警方的人看到这出现的三只鬼王，他们虽然是警方，但都是普通人。鬼王的气息是普通人难以抵挡的。这帮警方看到鬼王拦路，一时间不好上前了。龙虎山的玄真天师和其他道门来帮忙的道友，听这话都眉头紧皱。这红衣女鬼王说的。 其实没错，看样子这三只鬼王已经被龙虎山的三代天师给收了。现在再给祖天师办事，这只鬼王说祖天师在里面办事，让他们不要打扰。他们要是硬闯，好像确实不好，毕竟自己家老祖宗在里面，闯老祖宗的门有点说不过去。玄真天师问道：“老祖在里面干什么？”太监鬼王在钓鱼，主子的东西被一头千年泥鳅抢了，现在再把那头泥鳅引出来，所以不得打扰，别怪咱家没提醒你们。你们要是强闯，惊扰了主子的鱼获，后果。 你们可担待不起。钓鱼玄真天师有点没明白，老祖宗什么东西被泥鳅抢了？还有千年泥鳅，这地方还有千年的泥鳅？玄真天师没再说话。他们虽然是来将老祖请回去的，但现在这位老祖显然在忙自己的事，而且是关键时候，还是不要打扰的比较好，不然惹怒了老祖宗，确实担待不起。玄真天师等人互相对视一眼，还是决定等一会，最好是不要激怒自家这位老祖宗。但他们能等，跟他们一起来的法中寺的了真和尚却等不了了。 了，真和尚直接问道：“你们三个，我问你们，昨天晚上贫僧的爱徒来过这里，我徒弟呢？把人交出来！”听着了，真和尚的话，三只鬼王看着这秃子，表示：“你徒弟谁啊？”不过片刻后，看到这个秃子光秃秃的头顶，他们想起来了：“秃子啊，昨天晚上确实有个秃子闯进这里，好像叫袁空。”红衣女鬼王说道：“你说昨天晚上那个小秃子，他挑衅我家主人，我家主人就拿他当鱼饵打窝了。”红衣女鬼王：“我家主人在钓鱼，你猜是用什么打的窝？” 和真和尚一听，勃然大怒：“你说什么？”他气得眉毛直接翘起来了。“你拿我徒弟打窝？和真和尚直接绷不住了：“放肆<死>！找死的东西！”随即，和真和尚直接选择动手了。他将自己脖子上的念珠一除，手持一百零八颗佛门念珠，狠狠对着红衣鬼王就抽了过去。和真和尚直接动手，红衣女鬼王赶紧躲闪。他急了，他急了了。真和尚的修为还是很高，毕竟法众寺在佛门这边地位也是很高，名列佛门十八寺之一。 而且还是实力前十的寺庙。了真和尚能成寺内戒律堂的管事大师，实力就不可能弱。他这一念珠抽下来，直接发出啪一声炸响，如同平地摔炮一般。红衣女鬼王闪避的速度很快，躲过了真和尚的攻击，但却被这巨大的炸响声吓了一跳。不仅是红衣女鬼王，旁边的鬼婴王和这太监鬼王也被吓到。我勒个去！你不要命了？都告诉你别吵了，你这么大动静是吧？然而了真和尚可不管这些，张天鲁又不是他们家的祖师。 钓不钓鱼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还敢用自己的爱徒打窝当鱼饵？和真和尚大怒，直接掀桌子了。他一念珠没抽到，这红衣女鬼王看着行动敏捷的红衣鬼王，和真和尚直接开口，大声喝道：“阿弥陀佛，众弟子何在？今有妖魔作乱，害我佛门弟子，尔等还不速速开坛法鬼，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加持于我，杀鬼伐魔。”随着了真和尚一声令下。 跟随他一起来到了真和尚的十几个佛门小和尚，随即各个附和一声，各个拿出各自随身携带的法器：范中金鼓、庆真鼓、铜锣鲁鲁、铙、柏林、木鱼、云板、鱼板等等。十几个和尚敲锣打鼓，原地诵经念唱起来，《佛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诵之可增长福德，消除业障，超度亡魂，加持法师斩妖除魔，是佛门斩妖法事上对付妖魔最常用的佛门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之树给孤独圆。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主诸菩萨。”十几个和尚念经诵咒，下一秒，刺眼的佛光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敲锣打鼓之声震天响地。十几个和尚念诵《金刚经》的法力一下子都加持到了真和尚的身上，而真和尚得到加持之后，瞬间法力增长数十倍。此刻的他。 身散金光，如同一尊真佛在世。他手持一对黄色铙钹，铙钹是一对金属圆片，中间凸起，各有一条铂金系在中央。演奏时手持铂金，将两片对击，铙钹撞击之下发出宏大的响音。实体的攻击容易躲避，但音波攻击你怎么躲？那真和尚修为暴增，再加上手中铙钹法器也是法众寺镇寺之宝之一，受了几百年的香火。此刻法器撞击之下，巨大的响音带着《金刚经》的功力，直接撞在三大鬼王身上。 三大鬼王都被这音波撞到退避三舍。太监鬼王脸色大变，好厉害的法器！鬼医王这秃子不要命了，让他安静点，他在这敲锣打鼓了。红衣女鬼王没事，让他敲，主人自会出手。惹到主人，他怕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三只鬼王鸡蛋，这佛门法器的厉害，被连连逼退。和真和尚手持捞钵不断撞击他背后十几个小和尚，看到自己师傅大显神威，在人前显法也是神气活现，得意洋洋。 觉得压着三只鬼王打很有面子，这群秃子敲击法器更有劲了。这时候的张天鲁坐在水库边的一块巨石上，他吐出一口湿气，缓缓从石头上站起来。张天鲁，死秃子，你活腻歪了是吧？让你别打扰老子钓鱼，你在这开启演唱会了。今天你和你这些徒弟一起死。张天鲁开口：“你们三个滚到一边去，死秃子，你他妈过来！”张天鲁一步踏出，直接脚踏虚空，站在了真和尚的对立面。接着他朝了真和尚招手：“来来来。” 你过来，我不打死你！而真和尚看着动身站起来的传说中的龙虎山三代天师，而真和尚问道：“阁下就是龙虎山三代天师张天鲁？你既然是道门祖师，就应当知道生死道消这个道理。你生前既然是修道之人，应当知道死后化为僵尸，害人害己。阁下的觉悟有点差啊，如今竟然甘心沦为魔道，不怕天下道门弟子以你为耻吗？”而真和尚一张小嘴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听着他说的话。 他后面的玄真天师和一众龙虎山以及其他道门弟子听到，额头上冷汗直冒，瞬间汗流浃背了。完了完了，这老东西不想活了，什么话都敢说，是吧？以为这是你们佛门变法呀？你敢跟祖天师斗嘴，还嘲讽，玩元神玩的，修佛法把脑袋修坏了。玄真天师和龙虎山的诸位黄袍红袍道长听着了真和尚说出这些话，他们默不作声，缓缓退后了几步。太他妈吓人了，先溜了。这老东西作死，我们可得避着点。 玄真天师之前和这位三代天师交过手，知道这位三代天师的实力。可真和尚刚刚说那些话，就注定他今天是活不成了。给死者腾出死亡空间。而此刻的张天鲁听着了真和尚说这话，也是忍不住笑了。一张黑化的腊肉僵尸脸上一笑起来，更是显得无比狰狞，比不笑还吓人。张天鲁看着面前这了真和尚，他问道：“你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你也配教训起我来了？”张天鲁是没搞明白，论年龄，道爷大了你两千多岁。 论辈分，你高高高高祖爷爷的叫我一声祖宗中的祖宗；论地位，自己的亲爷爷在天庭任职四大天师，天庭神官神将之中的二品大员，自己的后代都直到门牛耳，管三山符禄，天下道门神将任我调遣，神兵百福随我驱使，神霄玉清府，老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是什么东西，也轮得到你来批评我？张天鲁的身上，黑色的尸气疯狂涌出，同时他的身上五雷正法席卷出紫色的雷法。 在此刻化为墨水一般的墨黑色，因五雷正法。看着张天鲁施展起雷法了，真和尚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手中法宝毛伯继续亮出，冷哼一声：“哼，一个死了两千年的天师，老僧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有几分修为。别以为我怕了你，今天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和真和尚言罢，双手毛伯猛然一撞，巨大的佛音声波朝张天鲁打去。了真和尚伏诛吧！张天鲁了真和尚身为法众寺戒律堂大师。 本身修了三十多年佛法，做过的法事无数，多次斩妖除魔。最辉煌的战绩是曾经击杀过一头千年厉鬼。在法中寺周围，不少普通人眼中也是法力无边。在他眼中，这张天鲁虽然是龙虎山三代祖天师，但到底已经死了两千多年。可能他生前实力确实很强，但毕竟过去两千多年了，一个死人复活还能有几成的生前实力啊？十不存一的实力，如何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是两千年前。 张天鲁还在生前的巅峰期，那了真和尚今天碰到，二话不说掉头就走，甚至给他磕两个都没问题。但张天鲁已经死了两千年，已然虎落平阳了。再加上此刻的了真和尚得到了《金刚经》的加持，他并不觉得这所谓的龙虎祖师是自己的对手。至于之前看新闻上说尸变之后的张天鲁能击败玄真天师，了真和尚只觉得九成是这帮后代道士不敢出手罢了。死了两千多年的人能有什么实力啊？了真和尚手中挠搏一击。 巨大的震音攻击朝张天鲁撞了过去。今天他就要让张天鲁伏诛了。而真和尚内心想想也挺刺激的。要是今天真能遣返了龙虎祖师，那以后可有的吹了。但可惜的是，想法很美好，有时候现实很残酷。张天鲁感受着了真和尚的挠脖震音朝自己撞来，他甚至连躲都懒得躲一下。音波攻击，下一秒，张天鲁一开口，直接对着了真和尚吼了一声：“吼<好>！”一道比这挠脖震音更加的恐怖的狮吼雷音从张天鲁口中吼出。 瞬间就冲散了真和尚的音波攻击，并且这道雷音狮吼带着龙虎山五雷元音和飞将的吼功力量，这一声巨吼吞天噬地，十法合一，这一声音波攻击比了真和尚的挠脖震音强了何止十倍，直接将了真和尚和他身后一群敲锣打鼓的小和尚掀翻了，和真和尚一口老血喷出来，猛然倒退七八步都稳不住身形，一屁股坐在地上，宛如一个老实人。同时，他手上的铜制佛门挠脖法器在这一刻也被音波集中攻击。 直接被震碎了。和真和尚脑袋里嗡嗡的，还没反应过来呢。下一秒，张天鲁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三代尸变的天师居高临下站在这里，低头看着他。和真和尚坐在地上，刚刚被张天鲁用雷音吼了一声，他现在脑子还是迷糊的，看人都有重影。看到张天鲁已经到他面前了，和真和尚撞了一下自己手上的脑搏，还想抵抗。然而这时候他才发现，他手上的脑搏已经碎了。张天鲁，你很喜欢敲锣呀？贫道也挺喜欢的。说完。 张天鲁就一巴掌抽在了真和尚的光头上，如同击鼓，啪一声巨响过后，而真和尚的脑袋上瞬间被打出一个黑掌印，整个人直接飞出去了。秃子，就你刚刚教训我这一巴掌，把了真和尚身上的佛光都给抽散了，佛光瞬间散掉，完全是吊着了真和尚打，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和真和尚被三代祖天师一巴掌抽飞出去，原地螺旋飞转，在空中转了七八圈，飞出十几米才摔下来。也得亏他是练过铁头功。 以及有佛门金刚功和修为护体，不然普通人挨这一下已经死了。不过虽然有佛门功法铁头功保命了，真和尚现在的情况也不算好。他脑袋被天师抽了一下，落地之后七窍流血，血跟虫子一样从鼻孔、眼睛、耳朵、嘴巴里流出来。了真和尚爱，哎，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他从地上爬起来，根本站不稳，原地开始打醉拳了。心中也是震惊，怎么这么强啊？不是死了两千多年了吗？死了两千多年之后诈尸，还有这么恐怖的修为？ 张天鲁不知道了，真和尚是怎么想的？如果知道，他估计得笑了。因为就算自己死了两千多年，只剩下一成攻击，但想杀你，那也跟杀鸡一样。人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点的认知比较好。可真和尚就是看不清自己，所以才是这么的下场。龙虎山的玄真天师和其他道门的道长、城南警方的人看到这一幕，他们看到了真和尚七窍流血，原地打醉拳，压根连这位祖天师一招都接不住。他们看着都直摇头。而且别说他们了。 这狗看了都摇头啊！你这也没实力啊！玄真天师内心盖，祖天师也敢辱，把你打成这样都算轻的。被真和尚被张天鲁打到神志不清之后，原地爬起来打了一套醉拳之后，就彻底昏死过去了。有铁头功也顶不住祖天师这一巴掌啊！接着，张天鲁就让三只鬼王把这如死狗一样的了真和尚拖着，还有那帮跟了真一起来的法众寺刚刚敲锣打鼓的小兔子。这帮小和尚看到自己师傅落败，转头就想跑，直接被张天鲁一指划出去。 一道黑色的雷法劈在他们逃跑路上，直接在地上划出一道深达五指厚、三指宽的雷痕沟。张天鲁，你们最好别跑，不然下一指头就划在你们身上。此话一出，直接把这群敲锣打鼓的小和尚吓麻了，顿时不敢跑了。三只鬼王阴冷摇头：“天师为人很小气的，得罪了三代天师还想跑？来的时候挺嚣张的，你还想回去？想多了。”张天鲁直接让三鬼王将这帮和尚捆在一起，捆得跟个大肉山粽子一样，然后他一脚。 就把这群秃子踹到了水库之中，只有一个圆空和尚打窝，确实窝料诱惑力不太够。可真这帮和尚来的正好，这下差不多够了。可真和尚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叫嚣祖天师，几分钟后祖天师直接拿他打窝。张天鲁看着水面上一帮秃子挣扎着被沉入水下，他摇头。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当你做一件很牛逼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好自己也真的很牛逼，要不然最后懵逼的那个一定是你自己，实力不够。 你装什么啊？懵逼了吧？玄真天师和警方的人看到祖天师把法中寺的这帮和尚全部抓起来，丢到水里头打窝去了。玄真天师和龙虎山其他黄袍红袍道长们互相对视一眼，表面上严肃，实则内心难崩。想笑，纯纯小丑啊！但有外人在这里，还是要装一下的。玄真天师也不能放任不管，在这帮秃子沉底之后，玄真天师一步踏出，说道：“老祖，收手吧，跟我们回去，不要再一错再错了。” 玄真天师想劝张天鲁跟他回去，如今这位老祖事变，他们龙虎山也很头疼，外界的舆论压力很大，人心惶惶。龙虎山想处理掉这些负面影响，就必须把老祖带回去。然而可惜的是，张天鲁压根不搭理他，直接转身负手而立，身上黑色龙袍舞动。张天鲁滚犊子，别逼本老祖跟刚刚抽那个了，真和尚一样抽你。毕竟是自己的直系后裔，张天鲁对外人和对自家人态度还是不一样的。刚刚的真上来发言两句话，直接被张天鲁。 反手抽到东南西北都认不清了。现在玄真天师出来，张天炉只是驱赶，就像是教训自己儿子一样。我怎么做你管得了？什么时候轮到孙子管爷爷了？赶紧滚蛋！别逼我抽你！玄真天师也挺没面子的，他一代龙虎紫袍天师，掌三山符禄，直到门牛耳，天下道门祖庭张天师。要是换个人这么说话，早一道掌心雷劈上去了。但现在训他的是自己老祖宗，他还真没脾气。不过玄真天师也没打算走，今天他是一定要将这位祖天师带回去。 玄真天师喝道：“老祖，那我就不客气了，得罪了。”接着他一声令下，所有人结大金光烈日阵，请老祖回家。上一次对战三代老祖，经验不足，用了三代老祖创的七星剑阵对敌，结果直接被张天鲁瞬间就给破了。用剑阵打剑阵创造者确实不行，所以这一次玄真天师准备了另一套阵法。此阵需要用到三十六位道家黄袍道长，以大金光符结阵。阵法完成之后，上阴烈日，借助烈日金光之力。 正好还能压制老祖身上的尸气。不出意外的话，降服这位已经尸变的老祖宗问题不大。为此，龙虎山跟四周道派同门求援。龙虎山上只有十几名黄袍道长，此刻在这里结阵的其中一半是其他道派过来帮忙的。张天鲁看着这帮黄袍道士在自己面前结大金光烈日阵，这阵法、啊、确实有点东西。阵法结成之后，人手一道大金光符，汇聚成一轮烈日神符。烈日神符上印头顶正午时分的太阳。现在。 也是威力最盛的时候，玄真天师立于阵中，此刻的他手持剑印掌烈日神符。他说道：“老祖可识得此阵法？”张天鲁摇头大惊：“光烈日阵，看来你为了对付本老祖，也确实是用心了。不过这阵法虽强，但对我没用。玄真天师有没有用？试过才知道。请老祖指教。”玄真天师一步踏出，飞上阵法之上。他手持烈日神符，三十六名道长组成的大金光烈日阵加持之下，玄真天师触碰到烈日神符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如同化为火神一般，烈日神符是道门顶级的几种神符之一。这不是一次就可以绘制出来的符箓，而是由三十六张大金光符和烈火符在大金光烈日阵之中才能汇聚成的神符。手持烈日神符，可以使用道门一切顶级神火咒法。玄真天师化为火神，此刻的他不用画符，就可以直接调用所有火咒，相当于一道万能火符。玄真天师随口念咒，就有无尽恐怖的火焰从火符之中喷射而出，天地玄黄，日月之光。 五行运动，烈火四方，火炽天地，虚火神功，上天真火，炎炎飞空，五方雷火，烈焰烟浓，火仙大将，火帝金钟，流金炙火，变化无穷。大圣令行，何鬼敢冲？温黄一鬼，疾走元宗。恐怖的火焰在玄真天师身边化为一条流焰火龙，道家神火在空气之中熊熊燃烧。随着玄真天师火符一催，这条火龙朝张天鲁冲过来。 张天鲁手指在虚空之中随意绘制一张符箓，一张通天路绘出天师扫荡符。张天鲁一符打出，五雷神王躯却不降，霹雳一发，邪祟消亡。火车万丈烧杀瘟皇，猛风扫荡飘散八方，急急如律令。符箓化为一道狂风，风龙和火龙撞击在一起。张天鲁的扫荡符直接将这道流火神龙卷入水中，吱吱吱吱吱，火龙入水，瞬间化为一道高温水汽。然而，这条火龙刚刚被张天鲁扫走，转瞬之间。 玄真天师那边又一道神火咒打出了，而且这一次数量更多，威力更大。玄真天师借头顶正午时分的烈日天威，可以肆无忌惮使用神火。除了那些火龙攻击之外，玄真天师还照出十数根火金锁链，这些锁链化为流光朝祖天师束缚而来。玄真天师老祖束手就擒吧！现在正值正午，晚辈天时地利人和，大金光烈日阵之下，纵然你有通天之能，也逃不了的。玄真天师这话说出。 张天鲁看着朝自己攻过来的火龙和火金锁链，他笑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吗？你真以为你赢了？张天鲁明显认真了，他手中掐道家手诀，一秒成诀，下一秒施展神通。随着张天鲁脚下一跺地，他的手印之中一道术法被打上天穹，他的头上道家至高阵施黑符紫气疯狂流转，天穹之上传来雷鸣般的回响，而后就是大片的从无到有在天上滚动了起来，恐怖的黑云覆盖整个天空。 几乎是一瞬间，上一秒还是烈日高悬的气象，下一秒直接变得天昏地暗。阳福阴出，今日变黑阳，天地之间阴阳颠倒。阴阳颠倒的瞬间，张天鲁面前那玄真天师施展出的火神咒化为乌有，没有了太阳的借力，烈火神符瞬间失效。张天鲁天时地利人和，你又觉得你行了？通天之能，若我真有呢？此刻阴阳颠倒，阁下又当如何应对？玄真天师看着头顶那一轮已经变成黑色的太阳。 他脸色刷一下难看了，天罡三十六变，阴阳颠倒，这还玩个毛啊！玄真天师和现场所有龙虎山以及其他道派来帮忙的一众道长们，此刻抬头看天，看到头顶金阳变黑日，黑云翻滚的突变天象，玄真天师脸色一下子黑了。天罡三十六变，阴阳颠倒，坏了，没有了正午太阳之力的加持，他手上的烈日神符威力骤减。原本是玄真天师的主场，现在一转眼，天象变了，变成了祖天师的主场了。 玄真天师头都骂了，好好好，你这么玩事吧？张天炉满意的看着头顶变成黑色的太阳，他再看向玄真天师，玄真如何？现在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吗？玄真天师说道：“老祖的阴阳颠倒神通确实厉害，不过今日晚辈是一定要将您带回去的，就算没有了天象相助，我也不能放你走。”玄真天师手印打出，使出烈日神符最后的能量，无数条火金锁链从符箓之中射了出来，从四面八方组成天罗地网，朝祖天师笼罩过来。 神火八方，天罗地网，复玄真天师手绝收复，火金锁链编织成的天罗地网瞬间压下来。就在玄真天师正在对老祖动手的一瞬间，张天鲁的神识瞬间感应到，自己背后城南水库水面深处泥沙之下，久久没有动静的那条千年泥鳅终于有动作了。这头泥鳅活了一千多年，狡猾无比，他知道张天鲁在上面等着他，所以不敢露头，不过一直观察上面的情况。此刻，玄真天师和张天鲁斗法正到关键时候。 这头千年老泥鳅终于忍不住了，它庞大的身躯猛然从湖底泥沙之中翻了出来。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吞噬掉那一群和尚，对自己的伤势恢复有大好处。刚刚不敢出来吃，是怕张天鲁对他出手。但现在有玄真天师缠着他，张天鲁分身乏术，自己一口吞了就跑。只要速度够快，那张天鲁也奈何不了自己。刚刚这千年大泥鳅也观察过了，现在和他动手的那玄真天师有点本事的，想必拖住张天鲁一时半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 在玄真动手的一瞬间，水底这头泥鳅也动手了。他巨大的身形从湖底游上来，动作极为迅速，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了真和尚和圆空和尚一口咬了过来。了真和元空这帮秃子看到从水底冲上来的千年大泥鳅，他们吓到瞳孔巨震。了真之前听说这龙虎山三代天师尸变之后，在这拿人钓鱼，但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大啊！这下不完犊子了吗？按上张天鲁这边察觉到湖底这条大泥鳅终于钻出来了。 之前在泥沙之下不好抓，现在终于出来了。张天鲁不打算给机会，这次要是放跑了，后面有可能再怎么钓也钓不出来了。所以此刻的张天鲁没空搭理面前的玄真天师，他看着玄真天师朝自己攻过来的天罗地网，张天鲁反手拔出背后天师剑，两剑挥斩而出，只是两道剑气直接就将这火金天王搅碎了。接着也不给玄真天师机会，反手一掌五雷翻腾，瞬息拍出，玄真天师直接被一道五雷掌从天上拍下来。张天鲁忙正事了。 别再来烦我了，一边玩去！玄真天师看着老祖，瞬间就破了他的天罗地网，然后一巴掌把自己拍到地上，自己真就没有还手之力。他震惊了，合着老祖之前就是在跟他闹着玩，真认真起来，自己哪有抗衡之力啊？别的不说，就是这截五雷掌的速度，就是他望尘莫及的。玄真天师被拍到地上之后，不敢再对老祖出手，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因为此刻玄真天师也感应到水底有动静了，老祖一直在这里钓鱼，现在应该是那条鱼露头了。 现在是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再动手的话，后果参考刚刚的那个了。真和尚玄真天师可不想下去当鱼饵。张天鲁一招秒了玄真天师，然后一步踏出，瞬移到了水库睡眠上方，看着下面已经露头的千年泥鳅，张天鲁直接动手，一个手掌直接穿入水面之内，手掌五指之上，引五雷疯狂涌出，凝聚成一个庞大的黑雷巨手，黑雷巨手飞速探进入深水之中，一把朝那老泥鳅抓过去。这次我看看你怎么跑，蝴蝶。 千年泥鳅看到头顶黑雷巨手抓了过来，他吓坏了，同时心中咒骂：“马勒隔壁的这玄真老道士菜的抠脚，不是刚刚才跟这老家伙斗法的吗？刚才还打得有来有回呢，一转头就被秒了，废物吧！”千年泥鳅还想趁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下，结果反手被张天鲁阴了。张天鲁知道这千年泥鳅狡猾，也知道他一直在观望，本来的计划确实是在这里钓鱼，等着引蛇出洞，结果后来来了一群秃驴捣乱。 又看到来抓自己的玄真和龙虎山的道士张天鲁，也就顺势改变了一下计划。他就知道这泥鳅忍不住，所以刚刚他故意跟玄真斗法，让这只泥鳅觉得自己会被玄真困住片刻，他自然会出来抢饭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人类的兵法，你个泥鳅懂个毛！千年成精又如何？再狡猾，你玩得过人心？而且张天鲁心中冷笑：你不会真以为就玄真这小子真能和本老祖五五开吧？刚刚逗他玩呢。 实际上，老祖我啊，一招就能把他秒了。水底千年泥鳅见势不妙，转头想跑，想要重新钻回自己的地底泥沙之下脱身。然而上一次让他跑了，完全是因为他打了祖天师一个措手不及。而且这家伙上一次不要命也要抢姻缘，但这一次来都来了，还能让你跑了不成？张天鲁这次要是能跑，我这身子袍和龙袍脱下来给你穿。鹦鹉雷巨手速度比泥鳅的游动速度快了十倍，一把就抓住了这条大泥鳅的身体，然后。 张天鲁猛然一甩：“上来吧！”泥影五雷巨手发出一阵轰隆雷音巨响，直接炸开水面，将这头千年大泥鳅一把甩出了水库。千年泥鳅直接从水里被张天鲁一把抓出来，扔到了岸上。巨大的身形碾压无数岸上的巨石林木，也惊呆了在现场的玄真天师、龙虎道长和警方的人。卧槽，那是条龙吗？他们看着祖天师几乎是一招秒了玄真天师，然后反手一抓，从水库之下逮了条龙上来。这条巨龙被张天鲁甩到岸上。 庞大的身形滚动，碾碎了大片的山石林木，也惊呆了在现场目睹这一切的警方和道长。祖师爷抓了条龙上来，你说钓鱼是钓这个？你管这玩意儿叫鱼啊？有警方的队长看到这条金龙的一瞬间，脑瓜子嗡嗡的。以前只听说过龙的传说，但没真见过。现在真看到这一条巨大的龙出现在自己面前，多少有点难以接受，有种神话照进现实的感觉，对他的世界观冲击太大了。警方队长忍不住开口询问玄真天师：“玄真天师，这东西是龙？” 玄真天师看出些端倪，他摇头，不是，应该是泥鳅成精。不过看这道横气息和外形，距离化龙也不远了。泥鳅还能成龙？警队,队队长瞠目结舌，说不出话。以前从未听说过，太神奇了。而这时候，祖天师已经对上这条千年泥鳅了。上一次这家伙偷袭的时候，速度太快，张天炉也没太看清楚。现在这条泥鳅被他抓上来，仔细一看，果然已经有了龙形，龙脸、龙须，身上长出金色的鳞片和龙尾，前身之下。 还有两个龙爪已经脱离了泥鳅之身，若不是张天鲁见多识广，就他现在这个样子，还真看不出来本体是只泥鳅。但是不是泥鳅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张天鲁脚踏虚空，手中缠绕黑色天雷，盯着这条被他抓来的泥鳅，他开口道：“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把东西吐出来，要么我把你打死，然后我自己取出来，你选一个吧。”这头千年泥鳅看着身上缠绕黑雷的张天鲁，他能感受到张天鲁气息的强大，不过。 先天姻缘，他还是不想让出来，因为这东西对他也很重要。有了先天姻缘，他说不定就能突破现在的境况，彻底化为真龙，可以帮他直接省去千年苦修。所以，这条老泥鳅怒吼一声：“想都别想，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啊！”这头千年泥鳅死都不吐出来，朝着张天鲁怒吼一声，接着口中一团绿火喷出。这绿火是他修行千年修成的毒火之术，火焰带着千年毒素，是要被烧中，非死即伤。 看着这头泥鳅朝自己吐口水，张天鲁脸色一沉：“找死！你真敢动手是吧？”张天鲁也不惯着了，他一拳轰出，滚滚黑雷朝着绿色毒火轰杀过来。区区千年泥鳅的毒火，如何能对抗神霄玉清府的九天雷法？黑色鹦鹉雷直接震碎了这条千年泥鳅的毒火，接着一道雷拳就砸在了这大泥鳅的身体上，直接把它轰飞。老泥鳅翻滚几圈之后，鳞片都被炸黑了。他还不服气，自己千年修为怎么会服一个僵尸？ 直接一个翻身从地上翻起来，而后腾云而起，朝张天鲁一口咬过来。老泥鳅血盆大口一张，满口都是利齿。这么大体型的化龙泥鳅，咬合力比鲨鱼还要恐怖。张天鲁看着这货还想咬自己，他也不惯着。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活了。喜欢咬人是吧？今天就看看是你的牙硬，还是贫道的金光咒硬。天地玄宗，万气起本根，广修万劫，正无神通，三界内外唯道独尊，体有金光，复印无身。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受持万变，神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万神朝礼，一矢雷霆，鬼妖丧胆，精怪王行，内有霹雳，雷神隐名，洞会交彻，武器腾腾，金光宿现。复护真人张天鲁压根不避让，反而直接朝这条千年大妖的口中冲去。接着，已经跑到远处观战的警方就看到这头泥鳅一口把祖天师吞进嘴里了，利齿狠狠一咬。 警方心中一缩，不好！这么大体型的家伙，咬合力可想而知有多恐怖。被这玩意儿咬一口还能活？那位三代天师不会直接被嚼碎了吧？然而，接着他们就听到一声巨大的吼声、惨叫。发出惨叫的，竟然是那条千年龙形泥鳅。这家伙猛然一吐，就像是一口咬在扎嘴的榴莲上一样，直接把嘴里刚刚吞下去的张天鲁吐出来了，连带着还有一大口血液和碎牙。刚刚那一口，竟然把他牙崩了。张天鲁从这头千年泥鳅嘴里出来。 浑身上下覆盖一层由密密麻麻道家皱纹组成的金光咒护盾，但和普通金光咒不一样的是，张天鲁身上这一层金光咒颜色是大红色的，给玄真天师都看懵逼了。他眨眨眼睛，怀疑自己刚刚被祖天师拍了一巴掌，是不是被拍花眼了？自己龙虎山的金光咒是这个颜色的吗？常规金光咒颜色不都是金黄色吗？不然怎么叫金光咒？怎么老祖身上这金光咒是大红色？见鬼了！玄真天师又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没看错。 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不是金光咒的问题，而是老祖的问题。这位祖天师的金光咒一开始应该也是常规金色的，不过后来修炼时间长了，金色凝练成了大红色，相当于是将金光咒压缩了无数倍，所以硬度才会这么强。玄真天师现在金光咒的凝练程度，他可没有自信能像刚刚祖天师一样主动冲到那条千年大妖的嘴巴里头。挨那一下常态的金光咒也根本做不到这么恐怖的护身效果。老祖这个。 过于恐怖了。张天鲁看着这条泥鳅，他说道：“还想咬我？你这牙口也不行啊！要不要再来一下？站在这给你咬都行。”祖天师表示：“你看我怕吗？就我这身金光，站在这给你咬，你看看是我崩还是你牙崩？”这头千年大泥鳅被崩了几颗牙之后，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咬了。现在他只觉得面前这张天鲁浑身都是刺，打也打不过，咬也咬不动，跑也跑不掉。千年泥鳅沉默片刻，他开口道：“道友，不打了，我们做个交易吧。” 张天鲁口中吐出一口湿气，知道打不过，改谈判了。张天鲁略有兴致，什么交易？说来听听、啊。千年泥鳅开口说道：“不瞒道友，其实在下在此地修行已经有一千七百余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道友是龙虎山的某一代天师吧？能用雷法的，就那么一批人。张天鲁实力这么恐怖，他的身份对于这条千年泥鳅来说不难猜。张天鲁让他有话继续说。这条大泥鳅继续说道：既然是道门天师，应该见多识广。万年沉水阴木是什么东西？” 你不会没听过吧？沉水阴木，民间又称阴沉木，及碳化木，蜀人称之为乌木，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神木。阴沉木的形成久远，据可考资料记载，远古时期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千年名贵古木，由于遭受到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地理气象变化，如地震、山洪、雷击、台风等，有的被深埋于江河湖泊的古河床泥沙之下，有的被埋藏在缺氧的阴暗地层中，时间长达数千年甚至几万年。它们历经激流冲刷泥时、泥石碾压于浊泻期。 以致形状各异，姿态万千。道门秘术中记载，沉水阴木为承天地灵气，集日月之精华，乃万木之灵，灵木之尊，是制作上等法器的顶级材料。龙虎山上都没有几块阴沉木的库存。听着泥鳅的话，他手上有存货。张天鲁问道：“怎么，你有沉水阴木？”千年泥鳅说道：“当然，不然我也不会说出来了。而且我这块沉水阴木还是万年年份的，是早年我在泥沙之中发现，被我藏起来了。”张道友，你觉得这个交易如何？ 我用万年阴沉木跟你交换先天姻缘，我们各取所需，你也不亏，化前哥为玉帛，就当交个朋友了。听着这条千年大泥鳅说这话，张天鲁思考片刻，他点点头，听着是不亏，不过我有更好的选择。什么？千年泥鳅一愣，什么叫更好的选择？接着，只听张天鲁说道：“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水库底下有万年阴沉木，那还跟你做什么交易？我把你打死了，把先天姻缘拿到手，然后再下去找那根阴沉木，不就行了吗？” 张天鲁差点笑出声，小孩子才做选择题，能全都要，我为什么要分一个给你？万年阴沉木既然就在这水库底下，回头自己让自己手底下那三只怨众鬼王下去搜不就行了？实在不行，让他们三个钻泥沙，挖地三尺，还怕弄不到手？反正也不用自己去找，你真以为我找不到啊？听着张天鲁这么说，这只千年老泥鳅当即大怒：“你别太过分了，总得留点给我吧？真要拼个鱼死网破，张天鲁你自己也说了，鱼死网破，你死跟贫道有什么关系？” 而且连你都是我的，我需要留给你什么？本天师现在身边还缺个打手。这样吧，你要是愿意归降贫道，或许今天还能保住一条命，不然就不好说了。张天鲁直接要收了这条千年大泥鳅，但现在这大泥鳅的脾气也被激上来了。他修炼千年，怎么可能愿意就这么轻易投降？自己千年大妖能就这么给你投降？他一爪劈出，给我死！已经化为龙形的泥鳅可以使用一部分龙族的神通，龙爪劈出之后撕开空间。 要将张天鲁撕成两半，然而这点程度的攻击，在三代天师面前完全不构成威胁。这一爪撕在张天鲁的金光咒上，根本破不了金光咒的防御。接着，张天鲁直接动手。既然垂死挣扎，那就先把你打到半死不活为止。他双手结王灵冠印，接着拍了一下自己腰间。下一秒，挂在张天鲁腰间的正义盟微符箓散发紫光，符箓徐徐展开，如同姜子牙开封神榜。正义盟微符箓，箓是道家记录天神的名册，它可以统天地一切鬼神。 诸伏邪魔，斩灭妖精，征灵召气，治愈山川，抵挡气坏。张奏传意，通传神仙。莫仙乎正义意。张天鲁掐到家灵官印，手指一点符录名册，扬起神威霍落降。兜天九法大灵官，火车三五大雷公，受命三清降鬼祟。身披金甲显威灵，绿靴凤带护身形。三目火精耀天地，顷刻三天朝上帝。银牙凤嘴将三千，虎首皮修兵百万。走火行风前后卫，穿山破石捉妖精。 三界大魔皆拱手，十方外道悉归一。我今期请望来临，大赐雷威加拥护。灵官祈请咒一出，王灵官速来。王灵官，道家着名的雷神、火神、降魔之神，司掌收温涉毒。道教第一护法神太乙雷声音化尊，其全称为先天守将赤心护道三五火车王天君威灵显化天尊。历代神仙通鉴记载，王灵官司天上人间纠察之职，统领百万神将天兵，能走火星风，穿山破石，飞腾云雾。 七星岛屿镇妖伏魔区，邪志病普济生灵，至刚至勇，法力无边，掌管百万貔貅神将银牙凤嘴将三千。道门有五百灵官的说法，王灵官是五百灵官之首，称号为都天大灵官。一般进入道教的宫观，山门内的第一座殿往往为灵官殿，殿中供奉着一赤面燃须，身披金甲红袍，三目怒视，左持风火轮，右举钢鞭，形象极其威武勇猛，令人畏惧的神仙，称火车灵官王元帅。王灵官常宿在山门之内。 镇守道观，民间常有三眼能观天下事，一边惊醒世间人上山不上山。先拜王灵官的美赞和俗语，这位神仙比较狠的战绩太多了，如《西游记中》中就有孙猴子大闹天宫，使铁棒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只打到通明殿里，凌霄殿外。幸有右圣真君的左使王灵官执殿，他看大圣纵横，撤金鞭近前挡住道：“泼猴何往？有无在此？切莫猖狂。”而后王灵官与齐天大圣在凌霄殿前打到不分上下。 护住天庭，可见这位神将的厉害。此刻，张天鲁展开正义蒙威符箓，名册展开，王灵关瞬间映照。下一秒，张天鲁身后一道巨大的灵官法相发现。这座灵官法相顶天立地，赤面红须，火眼金睛，凤嘴银牙，雷公之相，一手持火轮，一手持金鞭。张天鲁手一挥，号令背后法相王灵关：扁不投降，就给我往冒烟了扁！王灵关金鞭火轮齐出，巨大的火轮如同一颗小太阳砸了出去。 火轮飞转，带着熊熊神火砸在了这头金色千年泥鳅身上，同时一金鞭抽上去，泥鳅惨叫连连。王灵官作为道门第一护法神，根本不是这条千年泥鳅能抵抗的，两鞭子直接给抽老实了。火轮将他身形捆死，动弹不得。熊熊神火从火轮上冒出来，烧得血肉呲呲冒烟，真变到冒烟了、啊。张天鲁站在这条泥鳅头上，他看着被揍到鼻青脸肿的泥鳅，问道：“怎么样？我的耐心不多，你要是主动愿意投降，我就放你一马了，不然……” 你今天活不了！张天鲁现在是让王灵官暂时停手，他现在要看这条泥鳅的态度，老老实实投降，保住一条小命；要是还嘴硬的话，那等一下就可以试试，是这条泥鳅的头硬，还是王灵官的金边硬了？反正张天鲁也不损失什么，这条泥鳅一死，先天姻缘他可以直接抽出来，那水底的沉水阴木他可以让三只鬼王去找，自己最多也就失去一个打手。而你，我的泥鳅朋友，你失去的可是你的小命啊！千年修为不易。 这条泥鳅也是越活越精，越活越怕死。本身他就打不过张天鲁，更别说张天鲁还找场外援助，直接把亡灵关点出来了。这还怎么打？这条泥鳅扛不住，也是直接投降了。他吐出被自己吞掉的先天姻缘，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这么不好惹，自己就不该贪这先天姻缘。这下不仅先天姻缘没得到，还把自己搭进去，而且还挨了好几顿毒打。惨惨惨！这条泥鳅投降并吐出先天姻缘。见状，张天鲁满意，很好。 你能迷途知返，贫道很高兴。随即，张天鲁送走王灵官，他看着这条泥鳅吐出的拳头大的先天姻缘，袖子一挥，将这先天姻缘收入袖里乾坤之中。同时，他的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收服千年大妖金龙泥鳅，获得奖励：化龙宫金龙爪、真龙血、通天万魂幡碎片，加四积分，加五零零零零。”听着提示，看来收服新的千年大妖也有奖励，而且奖励的东西还挺好的。张天鲁先将这些奖励全部收好。 他现在有其他事情要做。他看向这头千年泥鳅，这家伙光投降还不行，嘴上的投降并不忠诚，和之前收纳三只厉鬼一样。厉鬼交出鬼核，这条泥鳅也要交出要命的东西作为契约。张天鲁直接让他把龙丹交出来。龙族一般有两样东西最为核心，一个是龙珠，一个是龙丹。前者承载一条龙的全部法力修为，类似人类修士的金丹。人类是一颗金丹吞腹中，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而龙族则是一颗龙珠吞腹中，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条龙要是被拿走龙珠，它也就会失去法力，沦为废龙；而龙丹则是承载了一条龙的气运、血气和命脉，就跟鬼王的鬼盒是一样的。龙丹碎则龙死。张天鲁收了他的龙丹，相当于捏住他的命脉。这条千年金龙泥鳅吐出自己的一颗金色龙丹，他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不交就是死。反正都已经投降了，交了保命吧。张天鲁收了他的龙丹之后，就不怕这家伙跑了。只要敢跑，自己分分钟捏了龙丹，龙丹一碎。 这条泥鳅活不了几天，除非他想死，不然交出龙丹之后就得乖乖听话。收起龙丹之后，张天鲁拍拍他的龙头，说道：“去吧。那你说的那根万年沉水樱木，给我弄上来。”之前这条泥鳅说跟自己做交易的沉水樱木，张天鲁还记得呢。他直接让这条泥鳅给自己弄上来。这条大泥鳅点头，接着一跃而起，钻入水中。过了大概几分钟之后，一块巨大的黑色木头被他叼了上来。黑色巨木破水而出，落在张天鲁面前。 看着这块巨大的黑色木头，张天鲁很满意。万年沉水阴木，经大自然万年的磨石造化，吸收天地灵气精华，兼备木的古雅和石之神韵，质地坚实厚重，色彩乌黑华贵，断面柔滑细腻，并且其木质油性大，耐潮有香味，万年不腐不朽，不怕虫蛀，浑然天成。古籍中记载，个别树种还具有药用价值，集受透漏咒的特性于一身。乌木由来是上稀，可同珠玉斗金鸡，泥潭不损铮铮骨，一入华堂光照衣。 自古就有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的说法，百年千年的阴沉木就已经是宝贝中的宝贝，更别说这根万年的木材了。不错，这口大木头若打成棺材，定可助我修行。张天鲁现在是僵尸之身，他的不灭师仙宫中记载，在极品养尸地的棺材里修行，修行速度会更快。他之前还想着找个好木材给自己打一口好棺材呢，现在这不就来了吗？这块大木头个头刚刚好，够一口大棺材所用。 张天鲁将这块巨大的乌木收入自己的袖里乾坤之中，他的耳边新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发布新任务，寻找一座棺材铺，使用乌木打造一副顶级棺材。系统将为宿主打造的棺材评分，评分越高，获得的奖励越丰厚。发布新任务，为自己寻找一处风水宝穴，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乾渊梭弟子将神火加一积分加十万。打棺材，给自己找一个风水宝穴。接着，他一步踏出，负手腾空而起。 张天鲁对身边三只鬼王和那条千年泥鳅说道：“走吧，还有好几个任务要完成呢。张天鲁没时间继续留在这里，耽误时间了。”看着祖天师起身要走，玄真天师和龙虎山道长、警方这边还想开口说话，然而张天鲁随手一掌劈出，雷掌一劈之下，威力巨大，直接阻断玄真天师想要来阻拦的脚步。雷霆之威逼得他们连连后退。张天鲁扫了他们一眼：“别烦我，不然不介意揍你们一顿再走。”玄真天师等人不敢阻拦，只能任由老祖。 带着这条千年大妖、三只鬼王离开。张天鲁身化黑光，身边跟着三大鬼王和一条千年金龙泥鳅，腾空而起，眨眼功夫消失不见。玄真天师此刻注意到这帮警方看着自己的目光，他内心叹气：别他妈看我，我拦不住。刚刚差点还挨顿打，你行你上啊！打不过有什么办法？而且打不过自己老祖也不丢人吧？张天鲁化为黑光飞走，原地留下一群警员和龙虎山的玄真天师等人面面相觑。 他们互相对视，半天说不出话来。玄真天师表示无能为力。老祖半步飞升，打不过，那是真打不过，管不了一点。警队队长问道：“天师，你看这这该怎么办？你们老祖天天在外面晃悠，现在更是开始招揽手下了。三只鬼王加上一条龙，招兵买马是吧？不管管啊！”玄真天师贫道回去之后会召集各大道派掌教真君协助抓回祖师，但成与不成就看天意了。玄真天师确实没太大信心把这位祖天师抓回来。 实在是实力太强，玄真本来以为自己至少能跟祖天师过两招，但结果刚刚那一战，祖天师稍微认真一点，直接一巴掌把他拍飞了。从那之后，玄真多少有点对自己不那么自信了。祖天师一招能把他给秒了，所以就算召集各大道派掌教真君一起联手，玄真也不是很有信心能把人抓回来。不过至少明面上还是这么说一声，不然多少显得他们不负责任了。玄真天师说完，就带着龙虎山的人离开。看着玄真天师他们要离开，这时候。 警队的队长突然想起什么一样，天师，这水库底下还有人呢，能帮我们打捞一下吗？这些道长都有法术和神通在身。警方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法中寺的了真大师和一群和尚刚刚被那位尸变的祖天师丢下去打窝，现在还在水里泡着呢，也不知道死没死。不过既然知道人在水里，他们警方肯定不能不管啊，所以还是要打捞一下的，就算是尸体也得捞上来。但这水库之中确实有点太危险了。 毕竟刚刚那条巨大的金龙泥鳅凶残程度，他们也是亲眼看到了。虽然全程被祖天师吊打，可那是因为对方是祖天师，他们警方只是普通人。要是这水库里头还猫着另一条金龙泥鳅同级别的大妖，他们下去捞人，不就是送菜？所以警方也是想寻求一下龙虎山这帮道长天师的帮助。谁知玄真天师头都不回一下，想什么呢？打捞兔子，啊、真那个死秃子，刚刚辱我们龙虎山祖师，你没看到他辱我们龙虎祖师也？还指望贫道捞他们，门都没有！ 道长心眼很小的，道门主打的就是一个道心通明，把他们捞上来，回头我道心不顺了算谁的？所以根本捞不了，让他们搁水里多泡一会吧。不过玄真天师临走前还是说了一句：“那水里已经没有大妖厉鬼了，你们自己捞吧。”能说这句话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接着，玄真天师带人直接离开城南水库，警队的人也是叹一口气，联系打捞队的人去了。不少警员叹息：“这帮和尚本事不大，麻烦不少。”两个小时之后，了真大师和圆空和尚。 以及一群法众寺的其他和尚接连被打捞上来了。真和尚和圆空和尚在水里泡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有法力傍身，死是死不了。不过被打捞上来之后，避免不了还是喝了一肚子水，肚子撑得滚圆，皮肤都被泡开了。真和尚浑身如漏汤鸡一样，他恼怒至极：“张天鲁，你敢如此辱我，今日之仇，他日必报！你等着！”真和尚放了句狠话，带着一群和尚愤愤离开了这里。而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张天鲁已经带着三只鬼王来到城外，他看着自己面前待完成的两个任务：打造一口棺材，外加寻找一处风水宝地。打造棺材这件事得找一个靠谱的手艺人，毕竟发布任务的时候系统说了，会给打好的棺材评分，分数越高奖励越好。而且这东西跟自己的修行挂钩，不能马虎。万年乌木也不是普通材料，不能乱造。张天鲁看着自己身边三只鬼王，他问到：“你们三个会打棺材吗？”三只鬼王头摇的跟个波浪鼓一样。 他们是厉鬼，又不是开棺材铺的，那玩意儿谁会打呀？那只太监鬼王说到主子，早年我在宫里当差的时候，倒是认识几个木匠能人，那手艺巧夺天工，他们打棺材绝对是内行。张天鲁看着他，现在人在呢。太监鬼王愣了一下，死了。张天鲁反手一道掌心雷劈上去，直接把这只太监鬼王劈飞。你属于是身上皮痒，缺一顿毒打。张天鲁以后这种废话不要说。太监鬼王唯唯诺诺,诺，不敢再乱说话。 张天鲁这时候说到：“给你们三个一天时间，带上这块乌木，去附近的村子找个能工巧匠，给本老祖打一口上家的棺材。事情办不好，你们知道下场的。”张天鲁将那块巨大乌木给这三只鬼王，三只鬼王抬起乌木，连连称是，接着就带着这块巨大的乌木转身飞走，找会打棺材的木匠去了。这三只厉鬼走后，张天鲁寻找一座山头盘坐下来，他让这条化龙泥鳅给自己护法，而后自己开始吸收起从城南水库之中带回来的先天姻缘。 先天姻缘这东西可遇不可求，能找到纯属机缘巧合。吸收之后，对于张天鲁的僵尸身体有极佳的提升效果。张天鲁吸收着先天姻缘，同时体内的不灭师仙功也在飞速运转。随着体内轰一声桎梏被冲开的动静，张天鲁的僵尸修为得到提升。刚从墓穴里面尸变的张天鲁，修为只是初入飞将境界而已。此刻吞掉一颗先天姻缘，张天鲁的修为直接冲入飞将中期。修为大涨的同时，肉身体质也被先天姻缘强化一遍。 本来死了两千多年的张天鲁才刚刚尸变，因为体内的天师血的原因，一诈尸修为直接突破飞将，但实际上肉身并不算特别强大，比一般一步步正常修炼到这个境界的飞将恐怖的强横肉身差远了。现在一颗先天姻缘吸收掉之后，直接把他的肉身补了回来，达到了飞将境界该有的僵尸肉身水准。同时在吸收掉这颗先天姻缘之后，张天鲁的耳边也传来一阵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吸收先天姻缘。 获得奖励：阴天罡三十六变、钉头七剑、紫金神师修行法。生前修为恢复十，生前雷法恢复十积分加五零零零零。吸收完全部先天阴元，张天鲁耳边传来提示音：任务完成，奖励到账。除了积分之外，奖励如下：生前修为恢复十，生前雷法恢复十。阴天罡三十六变、钉头七剑、紫金神师修行法。吸取了这个任务的奖励，张天鲁的修为一共恢复到生前二十，也就是生前两成的修为。他感觉自己的体内雷法的力量又壮大了。 实力也恢复一截。接着，他将目光看向系统发布的其他奖励：天罡三十六变、钉头七剑神通，直接吸收融合。这门神通他直接学会。接着，他主要把目光看向最后一个奖励——紫金神师修行法。这是僵尸专用的修身之法，专门用于锤炼僵尸的肉身。修行过程中，僵尸的肉身强度会越来越强大。同时，随着这套修行法的深入，僵尸尸气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一开始是黑色的尸气，会慢慢朝着银色发生过渡。 银色之后就是金色，接着就是紫色，最后湿气会凝练成紫金色，修成最高境界紫金神师，天上地下就无处不可取。即便是天罚神雷，也伤不到肉身分毫。这套修行法需要大量的阴气和天雷冲刷肉身辅助修行。张天鲁现在还不能修行，阴气不够，他得找个阴气重的地方。紫金神师修行法先放在一边。张天鲁又提取出另一个任务的奖励，收服千年大妖金龙泥鳅，获得奖励：化龙宫金龙爪、真龙血。 通天万魂幡碎片加四，这是收服千年大妖金龙泥鳅的任务奖励。当时在城南水库的时候，人多眼杂，张天鲁没来得及提取。现在旁边没人打扰了，他将这些奖励提取出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给他用的，而是更适合给那只千年泥鳅使用。张天鲁看了一眼这家伙，他招手让这条泥鳅过来。接着，这条大泥鳅老老实实过来。主人有什么吩咐？这家伙被自己暴揍了一顿之后，现在龙丹被张天鲁拿捏着，老实多了。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此刻，这条金龙泥鳅很紧张，之前得罪这位祖天师太多了，现在他不会后悔收自己当打手了。叫自己过来，想把自己给烤了吧？看着这条慌张的千年大泥鳅，张天鲁说道：“既然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以后你乖乖给我办事，有什么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你的。那先天姻缘虽然不能给你，不过本老祖自有另外的好东西给你。”张天鲁伸出手，一指点出，化龙功直接从他的指尖化为一道金光射出去。 摄入这条千年大泥鳅的石海深处，接着一篇完整的道家化龙功就出现在这条大泥鳅的脑海之中。这条千年泥鳅阅读化龙功，他的脸上出现狂喜之色。好、哦，主人，这是张天鲁说道。道家正统化龙功，你修行这门功法，可以帮你更快脱离现在的肉身，加快化龙的速度，并且有机会晋升五爪真龙。道家的化龙功法可不是千年泥鳅这种山野精怪胡乱修炼能比的。 张天鲁将道家正统的化龙功传给这条千年大泥鳅，相当于有点化之功，直接提高这条千年泥鳅以后的上限。没有化龙功，这条泥鳅未来也会成龙，只不过撑死能成一条三爪蛟龙，而且还是散修杂龙，再强大，一辈子也只能窝在江河湖海之中，偶尔腾云驾雾，却不得飞升。但有了这化龙功，就相当于入了道门，得了正统传承，未来化龙有机会成四爪五爪龙，甚至飞升上界，成天庭正统，入编制。 成为真正九天之上的真龙，张天鲁给他的是化龙功吗？不是，这简直就相当于是一张体制内的介绍信啊！这条千年大泥鳅消化掉化龙功的内容，他感动不已。本以为成了一只僵尸的阶下囚，自己以后会过苦日子，没想到从僵尸这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化龙功。这哪是主人啊，简直就是再生父母！这条千年大妖直接俯身趴下，龙头趴低。祖天师在上，今日之恩，形同再造，日后若有差遣，愿肝脑涂地。 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这条千年泥鳅直接表忠心了。有着道家正统化龙功，这条千年泥鳅表示什么？主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义父。张天鲁听着这条千年泥鳅的誓言，他微微点头，说道：“老师叫你泥鳅也不好听。既然你已入我门下，就得给你起个道号。我龙虎山传到现在这一代天师，到了玄字辈，你修行千年，但我就把你和这一代的龙虎天师按一个辈分来算。以后见了这一代的龙虎玄真天师，叫师兄。你本体泥鳅。” 出身淤泥沙土之中，就赐你一个土字。以后化为真龙，也不要忘了今日跟教和苦难。从今天开始，你就叫玄土吧。日后修行有成，能化为人形，你就叫玄土真人。张天鲁给这条千年泥鳅赐名。这条千年泥鳅听着这位祖天师给他赐下的道号，他微微皱眉：“玄土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土里土气的？”他修行千年，从一条泥鳅开始进化，努力一辈子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土字，结果现在以土为名，这不还是没摆脱吗？ 有点难听啊，千年泥鳅有点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刚想说想让祖天师能不能给他换一个道号，换成个玄天玄龙之类的法宝，霸气吉利一点。结果下一秒，张天鲁反手拿出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一道神通金光，神通金光直接点入这条泥鳅脑海之中，就跟刚刚传到功法一样，一门金龙爪神通传入他的脑海。另一个则是第一金色的血液，这一滴血有拳头大，通体金里透红，看上去清澈通透，是一滴真龙血。血液之内。 还有一道龙气在血液之中游走，就像是一条迷你小龙在血液之中存活，张牙舞爪一般。仔细看，血液里的这条小龙竟然是条五爪真龙。张天鲁继续说道：“此二物对你也有好处，今天都赐给你吧。以后好好给我做事，不然有你好果子吃。”这两样东西一拿出来，千年泥鳅倒吸一口凉气：“死玄土怎么了？土什么土？一点都不土！祖天师说的都是对的，祖天师说啥就是啥。从今天开始，我就叫玄土了。” 不仅我叫玄土，以后我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叫土，青土、原土、玄土、灵土、润土。他突然就感觉这名字灵气逼人，一下子好听了。千年泥鳅，这哪是义父啊，这他妈是亲爹啊！金龙爪是龙族血脉相传的神通，只有五爪真龙之中的金龙才能觉醒体内的血脉，习得这神通，威力极为恐怖，是龙族顶级杀伐手段，非五爪真龙不可得。这种级别的神通，可不是下界的这些杂龙尾蛟能触碰的。 张天炉把金龙爪给他，就相当于是提前让他有机会能触碰学习五爪金龙的顶级大神通。这哪是义父啊，分明就是亲爹！不对，亲爹也给不了金龙爪啊，更不用说还有一滴五爪真龙血。这条金龙泥鳅本身就是龙种，他对于这滴五爪真龙血感应极强。这滴血一拿出来，他瞬间就感应到这东西对自己好处极大，甚至要比之前自己费心费力抢夺的先天姻缘对自己帮助还大。他接过这两样宝物，千恩万谢。 到一旁修炼去了。张天鲁之所以把这几样东西给他，也是因为你自己确实用不到。另一方面在于这条千年泥鳅实力不错，现在既然是自己的打手，自己以后肯定需要它。实力变得更强，实力越强，办事效率越高。提升他的实力也是在帮自己创造便利。除此之外，之前在水库的时候，自己用天师印砸这条大泥鳅，把他头骨都砸裂了。化龙宫和五爪真龙血都可以帮助他快速恢复。自己也不想带着个伤残到处跑，将化龙宫金龙爪。 和五爪真龙血赐给千年泥鳅后，张天鲁自己也吸收了金龙爪，这门龙族顶级大神通，在上界之中都是威名赫赫的。回头自己有空也可以参悟一下，看自己能不能修行。毕竟谁也不会介意自己多一个杀伐手段，技多不压身嘛。吸收金龙爪后，张天鲁调出系统面板，通天万魂幡碎片界面。随着他完成数个任务，现在他的万魂幡碎片已经收集了十枚。按照之前的介绍，收集十块通天万魂幡碎片之后。 就可以合成一个完成的通天万魂幡。张天鲁直接确认合成，恭喜宿主，合成通天万魂幡成功，获得万魂幡加一，当前级别百级。张天鲁将这通天万魂幡取出来，他的手上立刻出现一道巨大的黑帆。黑帆造型怪异，上面用血色浮墨绘满了密密麻麻的魂咒，下方挂着三十六道摄魂铃，这些摄魂铃材质为青铜，轻轻一晃，发出铜铃响声，瞬间能让人头晕目眩，造成精神上的攻击。黑帆上的这些魂咒。 也有储存囚禁、炼化魂魄的效果。修仙不努力，万魂幡里做兄弟。最顶级的万魂幡，黑幡一动，天昏地暗，亿万阴兵排兵布阵，以多打少，吞天噬灵。术法界有万魂黑幡捏在手，天上天下横着走的说法。不过万魂幡这东西是邪修的顶级法宝，无数邪修对此趋之若鹜，但以为炼制方法早已经失传。加上万魂幡因为摄魂吞灵、囚禁魂魄，不让人轮回转世，过于残暴，被正道封杀。 所以现在这东西早已经销声匿迹，只存在于传说中。张天禄手上的属于系统发放的孤品。他看着自己面前这面巨大黑帆，自己这万魂幡刚刚领取，还是最低级的百级。万魂幡这东西也分等级的，按照里面容纳的妖魔鬼怪的魂魄多少强弱划分不同等级。百级、千级、万级、十万级、百万级、千万级，等级越高越恐怖。当一个万魂幡达到千万上亿的级别，万魂幡一挥有多恐怖，你就寻思吧。 张天鲁现在手上的是最低级别，里面一只鬼魂都没有。早知道不把那个鬼域里的厉鬼杀干净了。要是早点弄到万魂幡，把城南水库鬼域里的那些厉鬼全部收进去，我这万魂幡至少也能达到千级魂幡的地步。可惜了，张天鲁叹气，万魂幡到时候得速度迟了点。城南鬼域里的鬼被他杀掉，吞噬阴气，全部杀干净了。可惜了，不然万魂幡直接可以升级。虽然万魂幡是邪修所用的法宝，但现在的张天鲁也不避讳什么，他都成僵尸了。 还在乎邪不邪修吗？诈尸之后，张天鲁走的本来就是施法合一之道。万魂幡虽然邪恶，但也要看怎么用，无愧于天地良心就行。法宝本身无正邪，只是人心有正邪。张天鲁保证本心即可。他开始炼化这面万魂幡，炼化之后才能彻底掌控。另一边，龙虎市郊外，张天鲁派出的三只鬼王前往一个名为长乐村的村子。这村子属于发展比较落后的村庄，连同长乐村旁边附近的好几个村庄，多年来都是官府重点扶贫对象。 这些村子因为比较落后，所以现代官方推行的火化在这些村子里很难实现。村里讲究落叶归根，人死之后必须保有全尸，所以现在村里人死了之后还是用棺材土葬安葬。村里的老人王志豪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乐村人，在村子里开了一间理发剃头的小店，开了七八年。今天晚上他从隔壁村子回来，喝得有点大，开着一款老式摩托车都左摇右晃的。因为他老舅去世在隔壁村里办葬礼，王志豪本身就是个酒鬼。 这次直接和几个老朋友一晚上干了好几瓶白酒。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十点多钟了。农村的冬天天黑的早，而且没有路灯，晚上的路伸手不见五指。王志豪喝大了，摩托车在泥巴路上颠了一下，瞬间他的胃里立马翻江倒海，整个人都倒在路边，然后就在路边哇哇吐了一地。就在他吐到昏天黑地的时候，突然王志豪看到自己摩托车灯闪烁了两下，接着王志豪迷迷糊糊之间看到自己刚刚呕吐的地方似乎有个碗，什么玩意儿？ 他拿起自己面前的碗，自己刚刚胃里的呕吐物全吐碗里了。这荒郊野外的，哪来的碗啊？王志豪看到这个碗，稍微清醒了一点。他仔细辨认了一下，碗边上写了个寿字，寿碗。卧槽！下一秒，他瞬间酒就醒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刚刚呕吐的地方是人家的坟头啊，而且吐到人家坟头寿碗里了。接着，王志豪就看到自己面前的坟头开始散发微微绿光，一双绣花鞋凭空出现在他面前，老乡。 你把我家门口吐脏了，你下来陪我吧。王志豪一抬头，面前出现一张高度腐烂的鬼脸。王志豪，鬼啊！王志豪吐的迷迷糊糊。看到寿碗的一瞬间，脑子嗡一声清醒了，自己竟然吐到人家坟头上供的碗里了。他刚爬起来想走，结果下一秒就看到坟头冒绿光了，而且还有一道黑烟从坟头上冒出来。接着，王志豪就看到自己面前出现一双绣花鞋。这绣花鞋的款式，他很熟悉，这他妈不就是白狮店里给死人穿的吗？王志豪腿都软了，他一抬头。 瞬间就看到自己面前出现一张高度腐烂的鬼脸，这只厉鬼长相极为狰狞，比恐怖片里的还要可怕数倍，显然是这墓的墓主人。刚刚王志豪吐在他坟头前的供碗里了，这只鬼直接出来要抓他下去，一双鬼爪朝王志豪一把抓过来。王志豪感觉迎面扑来一阵腥风，就在他以为死定了的时候，他的身后一道巨大的破风声响起，一道暗绿色光芒从他身后打过来，这道绿光狠狠撞在这腐烂绣花鞋厉鬼的身上，之一击。 就把这只厉鬼打到魂飞魄散。王志豪见状大喜，暗道自己真是福大命大，半夜撞鬼这都没死，还以为遇到高人了。他一回头看向自己背后刚刚那绿光打来的方向，刚想磕头感谢，接着一转头就和一个绿脸的太监鬼王面对面了。刚刚出手的显然就是这只太监鬼王。这只鬼王手持拂尘，笑盈盈看着他，这恐怖的面容比刚刚那个高度腐烂的绣花鞋厉鬼漂亮不到哪去。而最吓人的就是这只太监鬼旁边还站着另外两只。 一只红衣红鞋的女鬼，一只满口獠牙的鬼婴，王志豪都快哭了。妈的，刚出狼窝又进虎穴是吧？还以为是高人，结果转头碰到更凶的。我尼玛活不了一点！王志豪原地磕头求饶：“鬼爷爷饶命，我上有老下有小，一把年纪了，我的肉不好吃，我愿意每日香烛纸钱供奉鬼爷爷，按月烧钱给爷爷立碑建墓。别杀我！”看着王志豪跪地求饶的怂样，太监鬼王一副无语的样子，真是个怂蛋，就你这糙皮臭肉的。 多久没洗澡了？送给咱家，咱家都不要。抬起头来，我有事情问你。太监鬼王也是挑人吃的。王志豪这糙皮臭肉，他还看不上。之所以出手救他一条命，是因为有问题问他。听到这只太监鬼说话，王志豪赶紧抬头。鬼爷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全说。咱家问你，你们这村子有打棺材的地方吗？谁家的手艺最好？我们要打一口棺材。打棺材？王志豪愣住。鬼打什么棺材？不过他不敢多问。 他赶紧回到有有有，我老舅也是刚死，一个月前刚打的棺材。我们附近这几个村子都在张木匠家里订棺材，他是三十多年的老木匠了，他的棺材打的最好。太监鬼王张木匠，他叫张祥伟，是专门做白事打棺材的。好，他家在呢，带我们过去。随即，太监鬼王就一把拎起王志豪，让他带路。这三只鬼王一步跨出，直接带着王志豪跨入村子里。王志豪已经下麻了，乖乖带路。很快就到了张木匠家。 王志豪指着村委一个大院子说道：“三位鬼爷，这就是张木匠的院子。我去敲门。”太监鬼王拂尘一扫，一扇院子门直接被鬼气冲开。他没有敲门的习惯，院子门直接被轰开之后，太监厉鬼提着王志豪走进去。屋子里，张祥伟正在床上和自己老婆做运动呢，突然听到自己家门被砸开的声音，张祥伟大怒：“妈的，这么晚了，谁啊？”他不情不愿从床上爬起来，刚披上一件衣服，就听到外面有声音传进来：“祥伟哥，是我。” 有件事情找你帮忙。张祥伟一听，立马认出来是谁。他骂骂咧咧：“王志豪，你个傻逼，大晚上不睡觉来敲门，有事不会打电话？你老舅的棺材不是做好了，早给你送过去了吗？又来干什么？”张祥伟原本忙活着呢，这种事情被打扰，谁都不爽。他穿好衣服往外走，刚出门就先看到自己家的院子门被人弄坏，向内倒在地上。张祥伟马勒戈壁，谁把我们踹坏了？王志豪，你张祥伟刚骂两句，但等他看清王志豪身后的三个鬼王，他骂不出来了。 突然就变得有素质起来，张祥伟有点腿软，他结巴问道：“志志豪老弟呀、啊，这这这三位是谁啊？”王志豪也发抖我：“我我给你介绍过来的顾客，他们来来做个棺材。”张祥伟听到王志豪的话，眼前一黑，心中早已经把王志豪祖宗十八代全问候了一遍。妈的，平时带你个王八蛋也不薄，前几天你老舅订棺材还给你打了八折呢，当时一口一个老哥，不是叫的挺亲的吗？你就是这么回报老哥的？有鬼！你往我这领是吧？还顾客？雇你妈呀！ 鬼来打棺材，这单子能接吗？张小伟现在杀了王志豪的心都有，但鬼爷爷当面，他不敢放肆，小心翼翼问道：“三位鬼爷，我手艺粗糙，敢问三位鬼爷要一口什么样的棺材？您看我这院子里有几具现成打好的木材，有柏木、松木、柳木的，要什么造型，您随便挑，看中就带走，就当我孝敬三位鬼爷了。”张小伟家里就是打棺材的，这一个月来订棺材的还挺多的，他家里正好有几具现成的，此刻让这三只鬼爷爷随便挑。 看中就带走，他只求保命。然而，三只鬼王看了一眼他院子里的这些棺材，太监鬼王翻了个白眼，说道：“都是一堆垃圾货色，这木材要搁在以前，给咱家打马桶我都嫌个屁股。你埋汰谁呢？”看着这三只鬼王没看上，张祥伟吓麻了，连忙跪在地上：“三位爷爷，我们这是小地方，本来就穷，确实没有好木材啊。那贵的我也买不起啊。”张祥伟都快哭出声了，自己要有钱，还做个毛的白事生意？而且这穷地方，他用上等木材，比如檀香木打棺材。 也得有人买啊！一副棺材十几万，谁买得起？这三位鬼爷爷一看生前都是有钱的主儿，看不上他的棺材。张祥伟怕极了。太监鬼王嫌弃说道：“不用你去买，我们自己带了。这是我家主人亲自找的木材，是上品中的上品。你就拿着这个木材去打棺材，打好了你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要是打不好，你这院子里的棺材就给你自己挑一个吧，很快能用上。”太监鬼王袖子一扫，一块巨大的乌木被他放到院子里。看着这块巨大的乌木，张祥伟揉揉眼睛。 卧槽！这这木材，这是乌木啊！而且看品相，还是金丝楠木泥沙经过万年高压碳化形成的顶级乌木。这他妈的，这要是拿出去，这得按克卖吧？张祥伟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高档次的木头，今天属于是偃月刀开屁股，开大眼了。张祥伟本身就是三十年的老木匠了，木材好不好，他一眼能看出来。眼前这一大块木头，他一看就知道是传说中号称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的乌木。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乌木，乌木。 也根据木材不同，有高低之分。从这三只鬼王拿出的这块大乌木的断面来看，外黑内黄，这是古金丝楠木，在地下埋藏至少四千年以上才有此色。大几千年甚至万年金丝楠木沉淀出来的乌木啊，这他妈得值老鼻子钱了！张相伟手都在发抖，他打了一辈子棺材，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材。不过他还有点问题想问，那就是乌木虽然珍贵，但自古历代都把这种木头用作辟邪之物，制作的工艺品、佛像、护身符挂、挂件。 还没听说有人拿它打棺材放尸体的，而且古金丝楠木形成的乌木太珍贵，可遇不可求。就算是皇帝的棺材，也不能用这玩意儿打吧？再者说，辟邪的东西放尸体，这不是犯冲吗？张祥伟说出自己的疑问：，确定要用这玩意儿打棺材，不怕尸体和棺材犯冲？太监鬼王闻言冷笑：，你是不知道我家主人什么身份，龙虎三代祖天师尸变，这副棺材打好是助我家主子修行的。犯冲，冲得过祖天师？太监鬼王说道：，别说废话，给你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我们来取棺材。如果打不好，你就等死吧。说完，这三个鬼王留下乌木，飘然离去，回去复命去了。回到张天鲁所在的地方，他们禀告祖天师：“主子，棺材已经交给木匠在打了。一天之后，我们去取。”张天鲁点头。这三只鬼王虽然战力一般，但办事还行。一天之后，可以容纳自己修行的棺材就打好了。张天鲁闭上双眼，他继续祭奠万魂幡了。三只鬼王前脚刚走，后脚王志豪和张祥伟就在院子里打了一架。 张祥伟、王志豪，我他妈平日待你不薄，你他妈有鬼往我这带！要是我死了，你他妈也别想活！王志豪冤枉，这不怪我呀，祥伟哥。他们问我这附近谁打棺材打的最好，我肯定说你啊！不是你说有生意第一个推荐给你吗？张祥伟滚吧！你也得看是什么生意啊，这生意能接吗？别骂了祥伟哥，赶紧做棺材吧！一天之内赶不出来，大家都得完犊子！张祥伟骂骂咧咧，穿上工作服，一天他打的最简单的棺材，最快都要三天。 一天时间打一口顶级的乌木棺材，这跟张飞让范强、张达在三日之内造出十万副白盔白甲有什么区别？张祥伟恶狠狠盯了一眼王志豪：“你他妈也别跑，给我帮忙，你自己出钱，再给我找几个木匠过来。一个人一天时间肯定钱不完，想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大棺材，至少也要三四个木匠一起通宵钱。”王志豪屁颠屁颠去找人去了。很快，好几个老木匠被找过来。他们刚刚看到这巨大的乌木也惊了，收了钱之后，几个老木匠分工合作。 开始刨起木材，做起了棺材。就在他们做棺材的时候，张祥伟的儿子张宏伟从一辆奔驰车上下来，刚好回家。一路上，张宏伟脸色难看，鬼鬼祟祟的样子。刚进家门，张宏伟就看着自家院子里忙碌的景象，他直接进屋，跟自己妈哭诉起来：“妈，我在外面欠人钱了，你给我拿点钱。”张宏伟他妈从小溺爱儿子，直接导致张宏伟从小就不学好，抽烟喝酒打架进局子，是最典型的街头混混。 两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说是出去跟朋友一起发财去了。两个月没回家，现在突然一回来就说欠人钱了。张宏伟他妈一听就急了，不是说出去发财了吗？怎么会欠人家钱？张宏伟说道：“我是去澳门发财了呀，本来是赚的，赢了二百多万，但是后来手气不好，又给输了，现在欠了点。你别管了，先给我拿点钱，债主在外面等着呢，他们那帮人狠着呢，不给就要砍死我。你要多少？先拿个二十万吧。”张宏伟说道。一听这个数字。 张宏伟他妈一下子急眼了，多少二十万？张妈起身，直接去叫在外面做棺材的张祥伟了。张祥伟此刻正忙着刨棺材呢，为了赶时间，他手上的木匠刨子火花都要刨出来了。被自己老婆叫进去，他不耐烦，一进门就看到自己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张祥伟没好气问道：“你个败家玩意，还回来干什么？自己这儿子出去两个多月，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过，怎么突然回来了？”张祥伟回来的正好，滚出来帮忙。 张祥伟正想把自己儿子叫出来帮忙，这时候他老婆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张祥伟脸色瞬间变得漆黑，转身找刀去了。二十万，老子他妈做一个棺材才赚多少钱？你出去两个月，要我给你掏二十万，你怎么不死在外面？我他妈砍死你！你给我滚！张祥伟直接从厨房拿了把刀，把自己这败家儿子轰出去了。他要是有二十万，还在这做棺材生意，让自己掏棺材本给你还债，你怎么不去死啊？张宏伟被赶出来，嘴里也是骂骂咧咧。 他回来就是拿钱的，债主跟他一起回来了，现在就在村头等着呢。拿不出二十万出来，他得被人削成人棍。那帮人的手段，他是见识过的。但现在他爹不愿意往外掏钱。就在张宏伟琢磨着进去偷的时候，突然听到几个木匠的话，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有钱。这可是万年的乌木啊，而且还是金丝楠木的底子，寸木寸金，比黄金还值钱。用来打棺材太浪费了，谁说不是呢？随便打点手串、护身符都能发财了，可惜了。不过这棺材要是打好了。 也值钱，估计没个几千万都买不到，何止几千万？万年的金丝楠乌木可遇不可求，这东西打好了，比以前皇帝规格还要高，我们也算是开眼了。听着几个木匠在院子里的对话，张宏伟眼珠子一下子亮了。他从小出生在木匠家庭，耳濡目染，知道什么木头最珍贵。博物要览中记载：“金丝者初川中，出川剑中文木有金丝楠木至美者，因为其木材里有金丝和类似绸缎光泽的现象，故得名金丝楠。”历史上。 南张子咒并称为四大名木，而楠木被冠以其首。放在古代，金丝楠木那是皇亲国戚才用得起的，而且这种木头生长极为缓慢，生长二十年也只有手臂粗而已，百年才能勉强成材。张宏伟顺着门缝看了院子内的那块正在被做成棺材的木头一眼，那么大的一整块金丝楠木，至少也有几百年的树龄，而且最重要的，它是乌木，在泥沙之中沉淀万年。乌木金丝楠，这可老值钱了！张宏伟一下子眼就亮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张宏伟呼吸急促，这棺材这么值钱，自己要是能把他拉出去卖了，那不就发财了吗？到时候不仅可以还上他在澳门欠下的赌债，还能彻底翻身，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张宏伟死乞白赖，刚被自己亲爹赶出来，这个时候又厚着脸皮走进去，跟自己父亲小声说道：“爸，你帮帮我，帮我把钱还了，我以后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张祥伟忙着赶工这具乌木棺材，现在哪有时间搭理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他顺手抄起旁边的木工锯子，你走不走？不走，老子今天弄死你！先不说我没有二十万，就算有，也不可能给你。滚！张祥伟直接用锯子砸人。张宏伟指着这棺材，小声说道：“爸，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刚刚我都听那些木工说了，这块是大几千年的金丝楠乌木。你把这块木头交给我，我保证卖个好价钱。你每天做棺材才赚几个钱啊？把这东西卖了，够我们几辈子活了。到时候我直接带你润到海外去，保证平安无事。钱一到手。” 房子车子都有了，怎么样？张祥伟本来没打算搭理自己这个败家儿子，但此刻听着他的这句话，张祥伟立马人麻了。他反手解开自己皮带，直接把张宏伟抽出门，滚！别他妈再让我看见你，你想都别想！张祥伟听到这话，刚刚已经汗流浃背了，把这玩意儿卖了卷钱跑路，真是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胆。你这胆子是真肥，你也不看看这次做棺材的买家是谁，偷鬼的东西去卖钱是吧？不想活了？要是这木头被张宏伟卖了。 张祥伟感觉自己可以提前别活了，等着鬼上门索命吧。再穷也不敢跟鬼抢啊！他直接让张宏伟滚出去，永远别回来了。自己就当没这个儿子。张宏伟又被赶出来，而且是被自己亲爹用皮带抽出来。被抽出来之后，他心里不服，觉得自己家这个老头子就是个蠢货，脑子转不过弯。打了一辈子棺材，家里晦气的要死，而且还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打棺材做白事才能赚几个钱。要是愿意听自己的，把这乌木一卖，不是瞬间翻身？ 几代人都不用愁了，而且卖完之后跟着他跑到海外去，直接在海外安家了。这乌木的主人也没地方找他们。张宏伟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家这个老头子这么抗拒，打死不愿意。在他看来，是自己家这死老头太死板。张宏伟不服气，既然自己家老头不愿意钱，那就自己钱。他转身去找跟自己回来的那帮债主商量去了。村口，奔驰车上，几个跟他一起从澳门回来的债主听完张宏伟的话，他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本来跟着张宏伟过来拿钱，还担心他没钱还，但现在这么一听的话，还有油水可以捞啊！这些债主可不管你的东西是哪来的，他们只要拿到钱就行了，立马就答应晚上跟他去把那块大乌木偷出来。这些债主负责联系拖车和搬运工，人都找好之后，就等张宏伟的消息了。张家的棺材铺忙了一整天，在张祥伟和四五个老木匠左右开工，齐心协力之下，很快这具金丝楠乌木所制的上等棺材就打好了。这大概是张祥伟这辈子做的最快。 也是最好的一副棺材，毕竟材料放在这里，而且有鬼王的威胁。张祥伟为了保命，肯定把自己毕生所学都拿出来啊！棺材打好之后，张祥伟已经忙得浑身是汗。那几只鬼王爷爷还没来他家提货。张祥伟给几个来帮忙的木匠发了钱之后，就去家里冲的澡。他去冲澡的功夫，已经守在门外多时的张宏伟看到院子里四下无人了，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一个电话打给自己的债主，通知他们可以了。很快就有提前找好的拖车和搬运工人直接进入张家的院子里。 动作麻利，三两下就绑好这具刚刚才打好的棺材，然后一伙人快步抬起棺材往外面搬，直接运上了拖车。张宏伟跳上拖车，让司机赶紧开车跑路。张宏伟站在拖车上，看着已经收入囊中的乌木棺材，他激动不已：发达了！这下真的发达了！这玩意儿到手，找个有钱人卖出去，自己下半辈子就是跑车、豪宅、游艇、嫩模，往海外一润，天大地大，不是随便他怎么玩。至于棺材主人找他算账，张宏伟只想笑：算账！ 怎么算账？自己到时候早拿钱跑了。先不说那棺材主人还能不能找到自己，就算能找到，自己人在海外，难不成还来海外追杀自己？想想也不现实。张宏伟推开棺材盖，自己先躺进去体验一下了。他躺在棺材里，十分安详。V P E 结算画面，自己现在躺的是棺材吗？不，这就是金窝啊！他躺在棺材里，感觉美好的未来已经在朝他招手了。闭上眼，自己庞佛已经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红酒和美女了。 张宏伟把乌木棺材运走。张家院子里，张妈从屋里出来，一出来就看到院子里空空如也。她知道大事不妙，急忙叫自己家男人出来。张祥伟刚刚洗完澡，就看到自己老婆慌慌张张,张的样子。怎么了？张妈棺材那副棺材没了？张祥伟一听这话，两眼当即一黑，腿都发软了。你说什么？棺材没了？他鞋都顾不上穿了，跑到院子里查看。自己就冲个澡的功夫，棺材呢？自己洗澡之前明明把门锁上了，这他妈谁啊？ 那么大的一口棺材，一个人哪搬得动？至少也得四五个人一起抬。谁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把东西抬走？张祥伟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偷的是棺材吗？这偷的是他的小命啊！很快，他想到是谁偷的了，自己那个败家子儿子。他想到张宏伟白天回来说欠了一大笔钱，后来又让他知道乌木的事情，一定是这个王八蛋找人把棺材弄走了。就他身上有家里院门的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弄走棺材，没别人了。张祥伟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自己那蠢货儿子。 想让他赶紧把棺材送回来，别他妈这么坑爹，不然大家都得死。然而一个电话打出去，手机里直接传来提示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张祥伟破口大骂：“卧日，你马个逼！”张祥伟刨了一天的木头，打死他也没想到自己最后被自己儿子背刺了，而且现在电话关系已经找不到人了。张祥伟明明刚刚才洗过澡，但现在浑身上下却汗流浃背了。回头那三只鬼王来收棺材，自己拿什么交差？拿命交差！张祥伟已经站不起来了。 王志豪本来也是觉得棺材做完了，自己回家休息休息。现在接到这个消息，他王志豪也是两眼一黑，完了，被猪队友坑死。张祥伟已经被吓麻了，他老婆在旁边询问：现在棺材丢了，要不要跑路？那棺材他们可赔不起。张祥伟还跑个蛋啊！等死吧！你跑还能跑得过厉鬼？连厉鬼有什么手段都不知道，你能跑到哪去啊？人家追杀你，杀你跟杀鸡一样。张祥伟起身，从自己家的白事店里给自己挑了件寿衣寿鞋。 然后自己提前给换上了，十分自觉，也不跑了，自己挑了个棺材躺进去了，现在等死吧。三个小时之后，张天鲁那边睁开眼睛，时间差不多了，万魂幡也被彻底炼化完成。他起身，只是随手一招，旁边这幅巨大的黑色万魂幡上铃铛一晃，发出阵阵响声。下一秒，这巨大的黑帆体型迅速变小，飞到他的手掌之中，被他收入掌中的袖子之内。张天鲁看向三只鬼王，走去看看贫道的棺材做没做好。 一天时间过去了，该去取回自己的棺材了。张天鲁带着三只厉鬼腾空而起，背后还有一条千年大泥鳅紧随其后。三只鬼王开路，尸鬼之气滚滚，直奔长乐村张家的棺材扑飞去。眨眼功夫，张天鲁脚踏虚空，缩地成寸，已经来到张家的院子上空。他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三只鬼王，这三只鬼王立马会意，进入院子内部取货去了。太监鬼王一步踏入院子之中，瞬间整个院子里阴风阵阵。 张木匠，人呢？还不给咱家滚出来！我家主人之前在你这里订的一口棺材做好了吗？太监鬼王的声音传遍整个院子。片刻之后，三只厉鬼连同张天禄就看到张祥伟和他老婆十分自觉，穿着寿衣从棺材里爬出来了。王志豪也穿上一身崭新的寿衣等死。这几个人从棺材里爬出来，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张祥伟如实说道：“鬼爷爷，棺材做事做好了，但是中途出了点意外。”太监鬼王眉头一皱：“意外？什么意外？打个棺材？” 有什么意外？难道还能把棺材做坏了？张祥伟把事情跟这三只厉鬼一说，自己那个败家儿子趁着他院子里没人的功夫，把打好的棺材弄走。现在人已经联系不上了，他也不知道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张祥伟自知弄丢了几只鬼王的棺材，知道自己算是活到头了。于是他老老实实穿上寿衣，给自己挑好棺材，躺在这里等死。太监鬼王等三鬼听到张祥伟的话，脸色大变。主人吩咐他们三个打的棺材丢了，这他妈事情可就大了。那可是万年乌木啊！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这东西丢了，祖天师还不把他们三个也一起弄死？怪不得张祥伟这几个人早早把寿衣都给自己挑好了，这是提前做好准备了。太监鬼王勃然大怒：“混账东西，办这点小事也能把东西弄丢？咱家今天就结果了你们！”太监鬼王刚想把张祥伟一家都给宰了，天空之上听完全程的张天鲁开口了：“够了，收拾他们几个有什么用？你们几个废物，把东西找回来才是正事。”张天鲁脚踏虚空，俯视院子里的樟木匠。 他懒得跟几个普通人计较，他们只是打棺材的而已。东西也不是这几个家伙偷的，而且也挺自觉的，自己寿衣都穿好了，不跑就不会死。该死的也不是这几个。张天鲁问道：“木匠，你儿子叫什么名字？生辰八字是多少？”张木匠满头大汗，头顶传来巨大的威压，他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能老老实实报出自己儿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张宏伟，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七点。张天鲁手指微微一掐，心中瞬间已经算出来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七点，乙亥年三月十三日辰时，生肖属猪，八字乙亥庚辰癸酉丙辰，五行木水金土水金火土，方位东北西中北西南中东西，失窃于晚上六点左右。张天鲁手中小六人随意一掐，直接连张宏伟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能算得明明白白。道家武术山一命相卜、占卜算命，那是道家基础课，更别说张天鲁这位龙虎祖天师了，三代天师，树枝尽头。 紫薇斗数、太乙神数、八字排测、梅花易数、八卦六爻、奇门遁甲，哪个他没学过？都是他生前年轻时候就已经玩到满级了。他想算东西，连龟甲都不用，手指一掐，卦象自生。天命在我。张天鲁一息不到的功夫，已经根据张宏伟的名字、八字东西的丢失时间，算出张宏伟现在所在之地。算出地方之后，他就祭出万魂幡，将那三只鬼王收入万魂幡中。接着，他转身一步踏入虚空，离开此地，找张宏伟去了。 张天鲁，妈的！本老祖倒是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连飞将的棺材都要抢！你跟贫道抢棺材住是吧？那你别活了呀！偷东西偷到贫道身上了，这是来挑战本天师占卜的专业课了呀！跑路！你能跑得过八卦六爻梅花艺术？别说是一个人的行踪了，给道爷惹急了，连你头顶上一共长了多少根毛都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以为我找不到你，张天鲁小东西，你别被我逮住了！你要是被我逮住了，你有你好果子吃！张天鲁转身离去，没多为难张祥伟一家。 因为没必要，他没必要在一个打棺材的木匠身上浪费时间。而且这家伙弄丢了东西没跑路，就已经算他识相了。张祥伟等人死罪可免，不过张宏伟就别活了。天师万魂幡人港匹配，专业平台，行业精英，诚信招人。自己的万魂幡里正好缺几个人。越江庄园，龙国内地八大私人庄园之一，位于龙虎市的林氏万江市内，庄园临江而建，占地三百余亩，有里外两面院墙，四道园门，内部配置多处房产。 豪车上百辆，在外面很少见的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布加迪，这里应有尽有。甚至庄园内部还停着几架私人直升机，极为夸张。这个庄园始建于一百多年前，最早名为清水山庄，原主人是百年前富商李清水。十年之前被港岛越江集团收购，因为越江集团那位老董事长的老家就在万江市，而这座庄园是当地最大的一座了，所以就被买下，给越江集团董事长在万江市养老用了，也就正式改名为越江庄园。 此刻的越江庄园内，保安开启庄园大门，一辆拖车拖着这金丝楠乌木棺材驶入这座越江集团的私人庄园之中。这座私人庄园内部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死者正是越江集团的那位九十八岁高龄的老董事长周月江。庄园内部多的是港岛那边慕名而来参加葬礼的周家的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内地的富商、上流人士、明星、富二代、律师、名媛等等。毕竟越江集团在港岛那边生意很大，还是世界五百强，人脉必然是拉满的。 越江集团在港岛做的是地产生意，现如今也是最大的地产集团。其集团旗下现在已经囊括了地产、家电、餐饮、新能源、汽车、服饰等数个行业，是绝对的庞然大物。最早的港岛房价被炒到天价，带动内地房价暴增，以及特有的公摊，就是越江集团和其他几个大地产公司一起提出来的。虽然现在被骂惨了，但不影响越江集团赚大钱。周老董事长十年前退位之后，就在万江市的越江庄园内养老，器官衰竭了好长时间。 顶级的医疗团队不知道给他换了多少次器官，每天的医疗维护费用都高达七位数。几天前再也坚持不住了，才不甘心的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位顶级富豪死后，港岛那边来了不少人参加葬礼。此刻的张宏伟坐在拖车内，看着巨大的庄园，这里的一个厕所都比自己家要大得多。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跟他一起来的几个债主在旁边说道：“你小子运气算好的，我们老板刚好得到消息，越江集团的老董事长昨天刚刚去世。这位顶级富豪生前怕火。” 有风水先生给他算过，死后不宜火化，所以他们打算土葬，刚好缺一副好棺材。听说你这有一副顶级的金丝楠乌木棺材，他们开了一个亿的价格买下来了。这一下不仅能还债，你直接咸鱼翻身了。说着，一个胳膊上有纹身的债主拍拍张宏伟的肩膀。不过，张宏伟，你看我们几个给你忙前忙后的，没有我们帮你，这棺材你也不会这么轻易出手。我们总不能白跑吧？所以这次这卖棺材的钱，我们抽五十的中介费和辛苦费，你应该没意见吧？ 说话的这个债主在澳门那边被称为刀哥，据说他之前在海外当过雇佣兵，手段极为狠辣。张宏伟一个月前就曾在厂子里亲眼看到这刀哥把一个人的两条胳膊打断，手指切下来。张宏伟知道刀哥的厉害，看着刀哥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五十的抽成虽然狠，但这刀哥他确实得罪不起。张宏伟甚至都害怕这刀哥能直接把他给做了。再加上刀哥敢这么威胁他，也是知道本来这棺材就来路不正，是偷来的，强行要五十。 张宏伟也不敢说什么，报警，他自己也要敢报警啊！张宏伟琢磨着，自己卖了这个棺材，卖一个亿，就算抽走五十，然后再还掉自己八百万的赌债，自己手上还能剩下个四千多万。钱虽然被吞掉一大半，但也够自己潇洒了。张宏伟点头听道，哥的，反正也是白来的钱，四千多万总比没有好，就当只卖了四千万。张宏伟是懂自我安慰的。拖车开进庄园内部，庄园礼堂之中，那位顶级富豪的尸体还陈列在礼堂之内的临时棺材之内。 周家的人看到花大价钱买的棺材送到了，立马有人出来验货查看。走出来的这群周家人之中，以一位二十多岁左右、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为首，她叫周新蕊，是周家的千金小姐，也是周董事长生前最喜欢的掌上明珠。如今周老爷子逝世,世，他生前持有的所有粤江集团的股权，也几乎全部交由周新蕊继承。这位粤江集团的掌上明珠今天穿着一身素衣，神色憔悴，显然自己爷爷的死对他打击很大。此刻，他看着这具金丝楠乌木棺材。 被工人运下拖车，这位周小姐目光看向站在自己旁边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青年周新蕊，说道：“陈峰，麻烦你了。”西装青年闻言温柔说道：“周爷爷生前视我如己出，应该的。”说完，他走到棺木旁边，接着伸出两根手指，手指轻轻贴在棺材边缘，随着体内一道气劲运出，西装青年指尖轻动，竟然能在指尖轻易接出一道小型法阵。接着，有一道灵气注入这棺材内部，下一秒，棺材之内就自然生出一片淡淡紫烟。 紫烟覆盖在这具金丝檀乌木棺之上，凝而不散。西装青年点点头，似乎对于这棺材品质很是认可。接着他开口评价道：“檀木紫气凝而不散，不错，确实是金丝檀乌木所造，而且竟然有万年的年份了。这在我们术法界也属于重宝级别的，用来打棺材实在奢侈。而且看手法，制棺的手艺也是大师级别的，好东西，一亿值了。”他给出很高的评价，毕竟这种级别的万年金丝檀乌木，即便是在术法界。 也是可遇不可求，一般他们得到多以用来打造法器了。而且这么大的一块万年金丝檀乌木，几乎是闻所未闻。平时有价都无市，能找到这东西，别说一亿了，在这西装青年看来，十亿都是血赚的。当然，如果没有打造成棺材，就更好了。做成法器，价格只会更恐怖。一亿，一亿，你连毛都看不到。这次周家竟然只花一亿就买到这么大的一具万年金丝檀乌木打造的棺材，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了。毫无疑问，绝对是捡了大漏的。 听着这西装青年如此高的肯定评价，他旁边的周新蕊也是点头。有这位如此肯定的评价，那就错不了了。周新蕊点头，让手下人直接打钱，一个小目标，毫不犹豫直接买下。接着就让人把棺材抬进去了。一个亿虽然是天文数字，买一副棺材更是奢侈无比，但在周新蕊看来，只有这种级别的棺材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爷爷，所以他不心疼。而且以越江集团的赚钱能力，一个亿很快就赚回来。 这跟他爷爷给他留下的粤江集团的股权的市值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因为周家打款走的是特殊渠道，所以一个亿几乎在一分钟之内就到了张宏伟的账上。张宏伟收到银行短信之后，也是眉开眼笑，发财了！想不到在自己这辈子也能成亿万富翁。看着一脸喜色的张宏伟，周新蕊的脸色微微一沉，知道你收钱很开心，但也不用这么开心，自己家办着葬礼呢。周新蕊不再多说。张宏伟这样的人，若是平时根本见不到他的面。 现在付完钱，双方两清。周新蕊转身也就走了，让手下人送客就行。西装青年随后跟上，他看出周新蕊的不悦，他知道这两天这位周大小姐因为老爷子的去世情绪不佳。此刻他承诺道：“Annie，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会倾尽所学，在万江市为老爷子清点一处最佳的风水宝地，保佑周家世代昌盛，顺风顺水，福寿安康。此外，我们天心一脉在下面也有些关系，届时我自会为周爷爷打点好一切。” 你放心，周爷爷在下面也会很顺利的。周新蕊听着身边这青年的安慰，脸色好看多了。他轻轻道：“谢谢你，陈峰。青年，我们两人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你爷爷也是我爷爷。青年边走边说，尽管今天只是穿着最简单的黑色西装，但也尽显气度，无愧于他在港岛第一人的名声。西装青年，全名李尘峰，出身术法圈，是这一代港岛术法圈着名的天星风水派大师周星玄的亲传大弟子。 也是港岛术法圈年轻一辈之中的站在金字塔尖的佼佼者。他八岁拜师周星璇，被周星璇一眼看中，收为关门弟子，在当年可谓轰动整个港岛术法玄学界。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星璇其实早已经宣布不再收弟子了。这位在圈内一言九鼎一辈子的术法宗师，竟然因为八岁的李晨风格外破例，可以看出李晨风的天赋有多恐怖。李晨风最晚入门，但术法的修行提升速度却恐怖无比。 天星风水八大境界登堂内室，窥报全观浩瀚指玄心动天人。当年一代宗师周星玄三十四岁达到指玄境界，已经震惊整个港岛术法界了。李尘风更吓人，他八岁拜师，九岁登堂，十一岁达到内视境界，十三岁入窥报之境，十六岁达全观境，二十岁就到浩瀚。今年二十四岁，前段时间一夜顿悟入指玄，直接将当年他师傅周星玄三十四岁入指玄的记录，足足刷新了，提前十年。 被港岛术法界评为当代年轻一辈术法第一，有他亲口担保为周家保驾护航，周新蕊能不放心吗？尤其是他在听说李晨风说他们天星风水一脉在下面也有些关系，可以帮忙打点，让周老爷子在下面也一路畅通。周新蕊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看向李晨风的目光都变得仰慕起来了。李晨风感受到周新蕊对他投来的仰慕目光，他微微一笑。他本来就是在追求这位周家的小公主，当然要好好表现了。李晨风心道：这一次有表现机会。 自己一定要好好展现自己这些年所学的术法神通，能不能拿下这位港岛金圈小公主？未来的粤江集团女主人周新蕊就看今天了。年少成名，术法第一，美人倾心，人生赢家，不过如此。这具金丝楠乌木棺材被周家找的抬棺工人运到礼堂之内，周家的人将周董事长的尸体从临时棺材里抬出来，放入这具崭新的金丝楠乌木棺材里头。周新蕊看着这复兴的金丝楠乌木棺材，她心中十分满意，只有这种顶级的棺材。 才能配得上自己的爷爷。李晨风走到棺材旁边，看着棺材里的周老爷子，他拍拍周星蕊的肩膀，说道安妮，Annie, 你退后一点，我打算在周爷爷的棺材上刻几道天行法阵，可以庇佑周爷爷尸身不坏，安定肉身。”李晨风打算在这具金丝楠乌木棺材上刻几个法阵，顺带讨好一下周星蕊。周星蕊一听，点头退后，好。随即，李晨风就看向面前的棺材，伸出手，打算以手指为刻刀，在棺材上雕刻安尸定魂的法阵。 看着李晨风一身西装，术法在他指尖优雅从容施展出来，抬手之间就能雕刻阵法。前来参加葬礼的这些上流人士和一些富商忍不住赞叹：“李晨风不愧是师出名门，就这一手指间施法的功夫，名列港岛术法界年轻一辈第一人，名不虚传。现在是年轻一辈第一，未来可能就是术法界第一了。全术法界第一不太可能吧？术法界又不只有港岛，内地还有不少高人呢、啊。别的不说，就各大道派之中的术法大师也多得很。” 龙虎山、格造山、茅山这些，港岛那边还不够看的。周星璇位列港岛第一，还是有实力的。虽然两边没真斗过法，但我觉得差不了多少吧。别把龙虎山、茅山这些吹太过了，我们港岛术法界并不弱他们多少。前来参加葬礼的宾客们小声交谈，窃窃私语。就在李晨风准备在棺材上雕刻几个保存尸体的法阵的时候，月江庄园上空，一道身影携带浓浓湿气黑烟横跨苍穹而来。张天鲁看向脚下的巨大私人庄园，根据卦象所推算。 张宏伟现在就在这庄园之中，跑不了的。下一秒，他手掌一翻，取出万魂幡，黑幡之上铃铛一响，三只鬼王被他从万魂幡里释放出来。张天鲁手持黑幡，一指下方巨大的庄园去，把人抓回来。三只鬼王得令，化为三道鬼气冲入这庄园之中。三只鬼王去抓张宏伟那帮偷棺材的人了。张天鲁则手指一掐，似是察觉到什么。下一秒，他脸色一沉，他算到张宏伟已经把自己的棺材卖了，而且他给自己打造的那口棺材。 已经被人捷足先登，棺材被人先躺了。现在还有人想在自己那口棺材上刻东西？张天鲁愤怒至极，这他妈我能忍？老子辛辛苦苦弄到手的万年乌木，自己找人打的棺材，你是个什么东西？道爷打好的棺材给你躺是吧？他的怒气值已经被拉到最巅峰。随后，张天鲁一步踏出，缩地成寸，直接朝棺材所在的庄园礼堂飞去。庄园礼堂之内，李晨风已经在棺材上刻下第一道安魂法阵。他刚刚打算继续刻下一道镇尸法阵的时候，突然。 所有人感觉到光线一暗，他们抬头看去，头顶天花板上巨大的玻璃天窗，原本大白天艳阳高照的天气，就在此刻一瞬间，天色变得昏暗下来，阳光收敛，随之而来的是大片阴云密布。李晨风眉头一皱，也抬头看向礼堂天窗，不对，有湿气。砰！就在李晨风满脸疑惑，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湿气从何而来的时候，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所有宾客头顶的天花板天窗炸了，轰！伴随无数玻璃碎片砸下来。 一道湿气滚滚的身影从天而降，直接伴随无数天窗玻璃碎片落地。这道身影自然就是张天鲁，一身青绿色干枯皮肤，身披黑色龙袍，内衬龙虎山紫袍，背负天师剑的飞江祖天师直接降临在这周家的葬礼之上。张天鲁背负双手，金色的师瞳扫视全场。张天鲁让我看看，谁他妈抢道爷的棺材？最终，他的目光看向自己的那一口金丝楠乌木棺材和站在棺材旁边的李尘风。张天鲁的突然到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此刻在这里的都是一些上层社会的名流人士，不是富甲一方的顶级富豪、港岛企业家，就是明星、律师、名媛、富二代。这些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只僵尸从天而降，凶神恶煞，瞬间所有人都慌了，纷纷后退。这这是什么东西？僵尸？这是僵尸啊！妈的，真的假的？真有僵尸啊？这庄园里头怎么会有僵尸啊？大家都后退，别慌，我们有李尘风、李道长在这，别怕。这些人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突然到来的这只僵尸，长相恐怖，尸气冲天，确实吓人。他们当中有人被吓得不轻。如果是以前，他们早跑了。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今天这礼堂之内有高人在。李晨风是港岛术法第一人，在港岛那边杀过不少僵尸厉鬼。这些富豪本身大多就是港岛那边来的，都听说过李晨风的威名和战绩，所以看到僵尸，有李晨风在，他们也不是很慌，全部退到一边。而且这只僵尸的目标显然也不是他们。 这只僵尸从刚刚降临这礼堂之后，目光就始终看向李晨风和棺材所在的方向。李晨风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看着这只僵尸，深吸一口气，喝道：“何方妖孽？光天化日之下，敢在本少师面前逞凶？你不怕死吗？”李晨风的师傅周星玄在港岛术法界被称之为天星大宗师，他作为周星玄最得意的关门弟子，被称为少师，平时也以此称呼自居。李晨风看着这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僵尸，他一开始也愣住了，因为不知道。 这只僵尸是哪来的？而且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按道理来说，一般僵尸不会选择在白天出门，毕竟僵尸畏惧阳光，阳光会大幅度缩减僵尸的尸气，让僵尸实力大减。大白天的，还没听过什么地方闹僵尸呢。这只僵尸搞什么鬼？白天到处乱跑，而且还跑到这里来。虽然还不明白这只僵尸有什么企图，不过李尘风打算先镇住这只来历不明的僵尸再说。只见他反手翻出一张符箓，黄符之上写着“设令北斗天星定尸压邪”这十个字。 黄符直接朝张天鲁额头射去，这是一张天星派的定尸镇邪符。李晨风，不管你是哪来的，碰到我算你倒霉。七星北斗，震慑万将。定！李晨风扔出一张黄符，贴在了张天鲁的额头上。他在港岛的时候，用这定尸符不知道镇压过多少僵尸。人在港岛，镇杀妖邪，百事百灵；人在内地，这头僵尸也不例外。李晨风一张黄符射出，定尸符箓直接贴到了张天鲁的额头上。下一秒，符箓爆发一阵金光。 吸在了僵尸头上，定尸符起效。李尘风心中满意，这就成了吗？自己这个港岛年轻一辈术法第一，定个僵尸还不是轻轻松松？看到这一幕，退散到四周的宾客，不少人松了一口气。这只来历不明的僵尸突然袭击，确实吓了他们一跳。但看着李尘风一道黄符直接镇住，这些富商名流们都赞叹不已。李先生的镇妖之术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周大宗师的亲传弟子，厉害！弹指之间就收了一只僵尸。 这就是港岛年轻一辈术法第一李晨风。然而，就在这群富商们赞叹、不少名媛投去仰慕目光的时候，刚刚被黄符定住的张天鲁口中吐出一口湿气，随后他就在李晨风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抬起手把自己额头上的黄符撕下来。这张黄符直接在他手中爆开。张天鲁，港岛年轻一辈术法第一，你就这点实力吗？你这张黄符让我想起几位故人。当初贫道刚刚尸变的时候，也有一群故人曾经用黄符试图镇压贫道，只可惜那群人现在。 坟头草都三尺高了，李晨风已经懵了。自己的黄符竟然没用，不可能啊！自己的符箓在港岛那边可是百试百灵，从未有过失手。这只僵尸这么变态吗？黄符都镇不住，还能自己用手把符箓给撕了？太离谱了！李晨风出道以来就没碰到过这么恐怖的僵尸。他曾经看自己师傅对付过巅峰黑僵，那只僵尸已经是半步飞僵了，但也没能做到黄符都镇不住的地步啊。就算是对付飞僵，黄符也得有点用吧？但在这只僵尸面前…… 黄符直接裂开，反被尸气镇压了。李晨风不可能，我不信。他手指迅速接出一道手印，一道灵气神兵直接在李晨风指尖迅速凝聚。港岛天星风水道派达到指玄境界之后，可以瞬间在十指之间施展玄门神通，地火风水法阵神兵都可以依靠手诀随意施展。因为是在指尖施展玄门术法，所以这个境界就叫指玄境。随着李晨风一道咒诀配合指玄手印念出，天星神兵乾坤肃清，剑随法斩。 不得急停！李晨风念完法咒之后，他的指头上立刻爆发出一道恐怖的剑气。接着，他一指头对着张天鲁劈过来：“天地神兵助我斩邪灭怪！”李晨风这一手名为“天心法剑咒”，可以凝聚双指成剑。曾经，他的老师周星玄曾用这一剑，一剑秒杀过一位五百年大妖。李晨风此刻效仿他的老师，这一剑斩向张天鲁。看着这一剑斩下来，张天鲁伸出一只尸爪，接着一只爪手直接抓向李尘风劈出的这一剑。 随着李尘风一剑劈下，他惊骇发现自己这法剑似乎都没用了。以前无往不利的法剑，现在根本破不了面前这只僵尸的防啊！这只僵尸直接用自己的手来接，但他的手就像是钢胶铁柱一般，刀枪不入。一剑劈下来，算是劈在钢铁上了。张天鲁小子，碰到我，你算是踢到钢板了。喜欢用手指凝聚法剑是吧？他表示：“贫道也会啊。”下一秒，张天鲁直接单手成印，随着剑印瞬间结成，张天鲁心念一动。 一道黑色雷霆立刻从指尖劈出，凝成法剑，清华上殿，赤字剑照，雷霆上街，九天气后有七星营，六丁飞猛，火霹立灭，邪金灼剑，天地动风，云雷电生，急急如律令，五雷正法狂奔而出，直接在张天炉手上凝成一道黑色玄雷法剑。这把法剑之上流动着黑色天雷，发出惶惶震音。他看向还是不服气的李晨风，李晨风此刻又是一剑朝他斩来。 张天鲁反手一道雷剑劈出，这一道雷剑砍出去，和李晨风的法剑对撞在一起，瞬间就将李晨风的指尖法剑击得粉碎。和张天鲁的五雷法剑比起来，李晨风的法剑就是纸糊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李晨风惊呆了，自己的法剑直接被砍碎了，他如鲠在喉，这怎么可能？这只僵尸手上驱使的是五雷法剑，可是这玩意儿不是道家最高雷法里头才有的吗？这僵尸还会雷法，这么离谱的！李晨风瞬间汗流浃背了，这强度有点大啊。此刻。 站在棺材旁边的周新蕊看到李晨风连续吃瘪，有点担心。他躲在后面询问陈峰，你行吗？”听到周新蕊这么问，李晨风腰背一听，不行也得行。自己追求的女人面前，能说不行吗？李晨风自信开口：“放心，只是一只稍微有点实力的僵尸罢了。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些旁门左道，算他有些本事。不过在我面前都没用，我只需略施小术就能拿下他。你看好。”李晨风一下子从自己西装内部口袋里取出一把符箓，他手持这些符箓，念诵一段施法咒语。 接着，将符箓朝张天鲁所在方向一把散去，如同天女散花。李尘风一指点出缚尸所邪，去瞬间，空中十几张符箓化为一道道绿光，如同一条条绿色锁链一般朝张天鲁困去。张天鲁看着这些符箓化为锁链锁,锁住自己的双手双脚，接着，李尘风一口猛火从口中吐出，猛火烧向了自己。张天鲁双手双脚被束缚，他站在原地没动，看着李尘风表演吐火，一道猛火烧过。 恐怖的温度几乎瞬间就让整个礼堂之内温度都瞬间上升了十几度，所有人都感觉到这火焰的高温。李晨风说：“我这一手盗火之术，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只要被烧到，不死也重伤。就算你刀枪不入都没用。”李晨风一口道火烧完。本来正常情况应该是僵尸被烧到半死不活，但这次张天鲁站在这不动，让他烧都没效果，因为他的身体表面一道已经被凝练成血红色的金光咒覆盖在张天鲁的身上。 那些火焰直接被金光咒挡住，你的火焰未能烧穿对方护甲。张天鲁轻轻一挣，就像是挣断一根毫无束缚力的面条一般，瞬间就挣脱了李晨风的符箓锁链。李晨风看着张天鲁身上这层金光咒，他惊呆了：金光咒，红色金光，而且还是大金光神咒。这他妈，这不会是哪个道派的老祖师变了吧？李晨风，我操了，你他妈到底是哪来的？碰到你算我倒霉！张天鲁面前，道火燃尽，红色的金光咒之上流动道家咒文。 混沌浩荡,荡，一气出分，金光正气，号为玉清，原始定向，自然至尊，清白交涉，实力上清。七宝宫内，玉晨道君，三气化结，动摇太清，祥云瑞殿，武林老君，中央黄气，玉帝化生。这是传说中道门大金光神咒的咒语。道家金光咒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天地玄宗，万气起本根那一套，名为金光神咒，八大神咒之一；那种又被称为小金光咒，是道家高功道长。 最常用来护身的护身法咒，还有一种以混沌浩荡,荡，一气出分开头，唤作大金光神咒。这种大金光神咒，只有顶级高功，也就是个大道派的掌教，才有资格修行。所以李晨风看到张天鲁身上流动一层红色大金光神咒，他直接呆住了，跟老实人一样站在原地。这他妈，好,好，好，好！本来以为就是只普通的僵尸，结果你反手使出五雷正法，本来以为一把火能烧死你，结果把各大掌教才会用的大金光神咒逼出来了。 别人是越大越自信，李晨风是越打越害怕了。这他妈，你是谁啊，哥？别搞！看到对方直接掏出大金光神咒，李晨风知道今天这必然是场恶战了。自己之前一口一个妖孽，而且看对方尸气的凝实程度，对方肯定也是不会放过自己了。李晨风一咬牙，好，既然如此，那就放手一搏了。我打不过你，但不代表我背后没人。不管你生前是哪一个道派的祖师爷，但你已经死了，化为江为祸人间，就别怪晚辈得罪了。李晨风已经看出来了。 自己正面拼法术应该是拼不过了。这只僵尸生前是某一道派的祖师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尸变之后还能使用生前的一些法术，但强确实是强。李晨风现在的道行完全奈何不了他。事到如今，他打算摇人帮忙。之前他跟周新蕊所说，他们天星风水道派这一脉在下面有关系，其实并不是吹牛，是真的下面有人，而且关系还很硬。天星风水最早发源于内地。 天星风水的祖师爷早年曾帮助过一位犯错到阳间迎接的阴神度过几次难关，于是得到那位阴神的庇护。后来那位阴神劫难圆满，回到下面之后，为了报答天星这一脉的祖师爷，就将一门天星风水之术交给他，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但那位阴神现在在地府之中依旧还在位置上，所以一直庇护他们天星这一脉，能帮的几乎都会帮忙。此刻李晨风打不过这只僵尸，就打算找下面那位阴神帮忙。李晨风咬破手指。 取出一张白符，接着他用自己的血液在符上画路。黄符照神将，白符引鬼将，这是术法界人所共知的规则。李晨风拿出白符，就是要照鬼将了。他一边画符，一边念叨弟子李晨风，天心风水道派第三十二代传人，师承周星玄。今日以血画符，请损将军相助，照上鬼王，助我伐凶。”李晨风念完咒语，下一秒，他手中掐了个火诀，将白符烧光，手掌上还剩一撮纸灰，纸灰拍入地下。 化为一道黑光，直达地府。随着符箓烧出，直达地府之后，整个礼堂都发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礼堂内部明明窗门紧闭，却有一阵无名怪风刮了起来。怪风刮过李晨风的旁边，一道黑色的鬼门关缓缓从地下升了起来，伴随一道令人浑身不寒而栗的女人唱戏声，一只长发厉鬼从鬼门关里展露身形走出来。这只长发厉鬼身穿蓝色衣袍，披着乌黑长发，微风刮过，吹起他的头发。 可以看到，这厉鬼有一双白眼珠，以及嘴里流着黑色的血。周新蕊原本躲在李晨风后面，此刻看到他召了一只鬼上来，周新蕊吓坏了。李晨风说道：“别怕，这是我们天星一脉在地下关系很好的一位鬼王派出来帮忙的手下。楚姐，帮我收了这只僵尸，事后必有重谢报答。香烛纸钱，应有尽有。”蓝袍女鬼点点头，随后他将目光看向站在那里的那只被禁的龙袍僵尸。这只蓝袍女鬼名为楚人美，生前也是个可怜人。楚人美生前。 是一位越剧名伶，其父为该村老师卜万田。其丈夫虽然是个老师，但却是衣冠禽兽、蛇蝎心肠。他为达到与富家千金结合的目的，设局通奸，害死妻子，让妻子被人乱石打死，更抛尸荒山。他死后，通过朋友得知真情，冤魂不散，三天内害死该村六十六条人命。后来，他的埋尸处有工程兴建，尸骨又被抛入山边的潭中，怨气大增，于是出来害人。是当年祸害一方的厉鬼，后来被地府那位阴神给收了。 赵伟手下鬼将楚人美的修为，在生前可以达到鬼王级别，后来进入地府之后又经过修行，如今已经是巅峰鬼王、半步鬼皇了。天星风水背后的那位阴神收到李晨风的求助之后，派出楚人美。那位阴神觉得，一只巅峰鬼王来帮忙足够了。什么僵尸能牵得过半步鬼皇啊？飞将也得掂量着打。张天鲁看着楚人美，他面无表情摇人是吧？就你会摇人啊？抢了贫道的棺材，你们还委屈了。打不过就摇人，把楚人美摇上来了。 张天鲁看着朝自己这里冲过来的楚人美，他反手一巴掌拍上去，五雷掌轰鸣而出，先拍退楚人美。接着，张天鲁摘下腰间正义盟威符箓，名册一翻，好,好,好，好，好，你跟龙虎祖天师比摇人，那我也来，看看谁摇的更厉害。张天鲁，你摇鬼，我摇神。你找楚人美，那我找个天神不犯毛病。张天鲁直接一点正义盟威符箓，符箓之中一道神像飞出，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 身穿一领淡鹅黄，履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装，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缠罗双凤,凤凰，立诛八怪声名远，一结梅山七圣行，心高不认天家眷，信奥归神助灌江，赤诚昭惠英灵圣，闲话无边号二郎，拜请英烈昭惠灵显威己王，身骑白马银弹杀鬼皇，张天禄来来来，楚人美事吧？贫道不跟你打，我把二郎神叫出来，你过来跟杨戬打。 你的对手是玉帝外甥灌江口丹山赶日杨二郎，道教尊号清源妙道真君护国灵应王英烈，昭惠灵显微济王清源妙道福佑太乙真君惠明人圣大帝清源妙道护国崇明真君川蜀大帝威灵显化天尊。随着张天鲁、正义蒙威福禄之上，神将照出，在他背后，一道白衣银甲鹅黄袍，头生三目天神眼，手持三尖两刃刀的道教天神法相神影，瞬间矗立而起。这道在张天鲁背后站起来的身影，是道家文化之中。 赫赫有名的二郎神是儒道是三方和古代官方尊奉的神祇，尊号又称清源妙道福佑太乙真君惠明人圣大帝、清源妙道护国崇明真君川蜀大帝、威灵显化天尊。传说他的形象为俊雅一皇，力大无穷，法术无边，通晓八九玄功，却挺有神眼，手持三尖两刃刀。神话传说中关于这位天尊的故事很多，如二郎治水、丹山赶日、搜山降魔、二郎擒龙、二郎斩蛟等，神威显赫，善于变化，英勇善战。 能安四方，护边陲，解民苦，助中兴。而且二郎神平日住灌江口，闲来无事就喜欢带着梅山七圣和一千二百草头神四处游猎，猎杀为祸人间的妖魔鬼怪为乐，是一位喜爱斩妖除魔的天神。所以一般道门奏请其他天尊大帝级别神明十分难请，但请二郎神是比较好请的，只要有空一定会响应奏请。张天鲁召出二郎神，更不用说了，他手上有正义盟威福禄，一召即来。二郎显圣真君法相。 直接出现在张天禄背后，二郎神手持三尖两刃枪，腰挂银弹金弓，身边一条白色细腰之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万犬的老祖宗哮天犬。正统神话之中，二郎神的哮天犬是一条白色短毛细犬。李晨风这边自己沟通地府，请动下面的阴神，把楚人美拉了上来。他本来看到有一只半步鬼皇来帮自己，瞬间感觉自己稳了，结果转头就看到对面那只僵尸反手照出二郎显圣真君。李晨风和楚人美都看麻了。 我操！这他妈凭什么一只僵尸能把二郎神摇过来啊？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楚人美看着二郎神，刚刚还凶神恶煞的鬼王楚人美瞬间老实了。他站在原地没动，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楚人美虽然只是山精野怪、土路子出身，但人家也是有学历的。厉鬼不分善恶，但也认得正神。清源妙道真君谁敢惹呀、啊？楚人美转头看了一眼李尘风，本来以为是一把虐菜局，结果…… 你把我这个炮灰选手拉过来打万分巅峰赛，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就去挑大粪啊！让我跟二郎神斗法是吧？知不知道真君抽根烟，弹出的烟灰都能烧死我啊！楚人美快被吓哭了。而这时候，张天鲁手一挥，身后二郎神直接放出哮天犬，去！哮天犬法向狂奔而出，朝楚人美咬过去。哮天犬，二郎显圣真君身边所养的一条神犬，打猎征战时带在身边，用时祭出。这位神犬是天下万狗的祖宗。楚人美一看。 哮天犬朝自己冲过来，他差点没吓到，直接魂飞魄散，掉头就跑，赶紧跑，不跑就等死吧！哮天犬以前咬的都是些什么人物？齐天大圣孙悟空，千年恶蛟，万年真龙，他楚人美何德何能啊？看着这楚人美要跑，而且几步就要冲入鬼门关之中跑下去，眼看哮天犬没追上，张天鲁背后的杨戬直接取下自己腰间银弹金弓，下一秒一弹射出，楚人美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直接被打散了鬼身。 楚人美当场化为一道阴气，张天鲁反手取出万魂幡，将这缕楚人美的阴气引入万魂幡中。半步鬼皇的阴气确实精纯，直接滋补了万魂幡。楚人美直接被封入万魂幡之中，成了幡中厉鬼。杨戬一旦打散楚人美，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跑！天上天下弹弓王，谁人不识杨二郎？跑得掉吗？楚人美瞬间被秒。李晨风到西凉气。此刻地府之下，刚刚派出楚人美的那只阴神，在楚人美被打散。 被张天鲁的万魂幡收服的一瞬间，这只阴神就感觉到楚人美死了。阴神大怒：“混账东西，谁敢杀我手下鬼王？”这只阴神又招来两只鬼王，大黑鬼母加椰子。阴神，你们两个上去看看。大黑鬼母和加椰子奉命上去查看。李尘风看着楚人美才刚死，自己身边的鬼门关中又有两只厉鬼上来，正是底下那尊阴神身边两个手下，大黑鬼母和加椰子。看着这两尊鬼王上来，李晨风吓一跳，他赶紧传音：“二位速走。” 此地不宜久留。如果放在平时，自己斗法斗不过底下那位阴神，让这二位鬼王上来给自己帮忙，李晨风求之不得。毕竟这两个鬼的实力确实很强，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上来就是送啊！大黑鬼母和家椰子刚刚上来，就听到李晨风的传音，他们看了李晨风一眼，还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们俩才刚刚上来帮忙，你让我们走。然而李晨风已经来不及解释了，因为这时候的家椰子面前，随着一条狗吠之声传来。 一条白色细犬已经扑了上来，一口就咬断了家椰子的脖子。张天鲁一晃万魂幡，家椰子的阴气飞入万魂幡中，瞬间收了。张天鲁，好好好，又来两个，还有意外收获。大黑鬼母一看，三尖两刃刀，我勒个豆啊！二郎神，这他妈谁钱得过？大黑鬼母现在知道为什么李晨风让他跑路了。二郎神专杀妖魔鬼怪，他可不管你是不是下面来的阴兵，直接给你宰了。大黑鬼母转身，但也来不及了。真君面前哪有逃走的鬼？ 鬼王也不行，一颗银弹射来，大黑鬼母也得当场被打散。杨戬露头就秒，张天鲁的万魂幡中，眨眼功夫就一下多了三只鬼王的阴气。他目光看向那小型鬼门关，看看还有没有再来送人头的。地府之中，大黑鬼母和家椰子刚上来也被秒了。派他们上来的那尊阴神再也坐不住了，阴神直接从地府自己的府邸之内起身。妈的，怎么回事？自己派出去的三只鬼王，一个接一个全死了。这他妈到底哪个王八蛋啊？真有这样牛逼？这位阴神怒了。 连折三个小弟，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啊？他手持三股叉起身，自己亲自上来，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杨坚，鬼门关内，这尊阴神的身影露出头来，一张青面獠牙的阴神脸谱，一步踏出，看着又有鬼出来了。葫芦娃送爷爷一个个送，杨戬拉起银弹金弓，又来一个，他直接锁头。青莲笋将军这时候已经看到杨戬法身了，他一看上面搁着嘎嘎乱杀的，竟然是二郎显圣真君，而且真君现在又拉弹弓了。 准心对着自己，损将军吓呆住了，他感觉自己头皮炸了。哎，卧槽，谁把这位真君请出来了？损将军看到二郎神第一眼就看呆了，他现在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三个鬼王手下死这么快了。在上面一露头就碰到二郎神，能不死吗？谁牵得过这位大神啊？即便是这位阴神自己看到二郎神，也是老老实实、乖乖巧巧、大气不敢出那种。尤其是现在，二郎神还把弹弓对准自己，弹弓一射，阴神也顶不住。 而且，损将军还看到杨戬前方的张天禄，一身龙袍配紫袍，背负天师剑，手持正义盟威服箓。好家伙，三代天师，这位更是重量级。这波属于踢到铁板了。损将军赶紧收了三股叉。真君天师饶命，他说道：“小神乃地府地藏王座下架前护法官，将手增损二将，误会一场。二位别动手。”关将手，为新庄地藏庵大众庙所发展出来的镇头民俗技艺，其中演绎的是。 地府地藏王身边两大架前护法，红面曾将军、青面损将军的形象，在港岛、胡建一带甚为流行。相传，两护法将军原为危害人间的魑魅恶鬼，后为地藏王菩萨的佛法所设伏，而成为地藏王的驾前护法，奉旨庇佑民间。这两个护法将军在下面，属于地藏王的私人武装部队，主要的职责是除邪惩恶。若地上又有恶灵作祟，关将手便收到任务，前去处理这些恶灵，因为本身就是黑道出身。 被地藏王收服前，这两货自身就是鬼王。红面曾将军脾气还稍微好一点，只杀恶鬼，若碰到善人，还会为其增寿补福。但青面损将军就不行了，这位属于一恶到底的狠角色，性情本就暴力无比。以前做鬼的时候，就以折磨厉鬼为乐，动不动杀几只鬼娱乐一下。后来被地藏王招安之后，成了护法将军，职责除邪惩恶，更是属于那种爱好大于职业的典范。曾损二将是地府出了名的带恶人，路上只要碰到妖魔鬼怪。 不管你是好是坏，是忠是奸，先杀再说。甚至碰到恶鬼附在活人身上，他们狠起来能连带宿主一起砍了。出了名的管杀不管埋。李晨风所在的天星这一脉，当年那位老祖就是帮助过这魏损将军。后来损将军一直关照他们这一脉。但再凶的阴神碰到正神，尤其是还是二郎显圣真君，那就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损将军再凶也凶不过二郎神，二郎神一刀就能把他劈了。杨戬听着损将军自报家门，收了弹弓。 地藏王的人，那还是要给点面子的。损将军摇摇一拜，自己这条命算是保住了。而后他赶紧走，这地方待不下去一点。损将军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上面是这两位大神，自己打死也不出手搅和这趟浑水啊！差点把自己都给搭进去了。临走前，损将军看了一眼李晨风，天心一脉是吧？几百年前你们老祖助我英杰，这次之后再大的恩也算是还完了，以后就别联系了。差点被你小子害死，损将军润了。 连收三只地府半步鬼皇，接着张天鲁送走二郎显圣真君，随后他看向李晨风，跟贫道比摇人，你摇得过我？张天鲁亲爷爷，道家四大天师之一的张道陵，飞升之后在天庭，按照尊者在前的惯例，四大天师的地位高于南斗六司和北斗七元，而再往上排就是五老四御和三清，他们属于玉帝的府弼之臣，相当于朝廷中的太师。 掌握着玉帝接待群臣、通传消息、判断事情重要性，并且给玉帝提供初步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也就是说，四大天师的地位和吴老差不多，也就是和观音菩萨差不多。又因为他们是天地近臣，所以就连观音菩萨每次对他们都很客气。关系放在这呢，摇谁谁不给面子。你头上有人，贫道的头上可就没几个了。李晨风看到照着自己的阴神都跑了，他也是彻底慌了。这是真打不过呀！这僵尸也太猛了！李晨风被吓到不敢出声。 他在港岛纵横术法界这么多年，还没这么憋屈过呢。当然，之前也没碰到过这么恐怖的僵尸。李晨风退后几步，他说道：“道友，人有人道，鬼有鬼道。你生前也是一位道长，死后非要闹到这种地步吗？死后成江可是为祸一方啊！”顺风吹牛逼，逆风讲道理。李晨风打不过，于是开始讲道理。他话说完，张天鲁冷笑一声，口中一道尸气吐出，说道：“贫道做什么？轮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吗？你有评论的资格吗？” 张天鲁五指之上，黑色的尸气隔空一把攥住李晨风的脖子。听你这话的意思，这么说你是正义那一方喽？老子两千年前为正义浴血奋战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还有，谁让你在本老祖的棺材板上乱刻东西的？张天鲁看到他的金丝楠乌木棺材上，其中有一处已经被李晨风刻上法阵。他的怒意一出，反手一巴掌抽在李晨风的脸上，直接将他抽飞十几米，整个人半边脸都被抽肿了，倒飞出去，当场昏死。 根本顶不住一巴掌，李晨峰被抽昏之后，张天鲁一步踏出，直接来到棺材面前，看着棺材里躺着的这具尸体——越江集团的老董事长的尸体躺在里面。张天鲁一只手伸出，刚打算把这尸体拎出来，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周新蕊终于忍不住了，他开口说道：“别动，这个棺材已经被我们花钱买下了，你要强抢,抢吗？”张天鲁看了一眼戴着金丝眼镜的周新蕊，接着他一掌拍出，周新蕊跟李晨峰一个下场，整个人原地起飞，金丝眼镜的一根镜腿。 都飞到十米开外了，张天鲁摇头，又是一个不想活的。你把棺材买下来了，关我屁事？还强抢,抢？这乌木本来就是老子抢回来的。你跟飞江讲道理、谈法律。接着，张天鲁就一把把棺材里的周月江拎出来。这老东西虽然死了，但阴德亏损，生前靠着房地产发家，钱的脏事也不少。死了还想堂本老祖的金丝楠乌木棺材，你配吗？张天鲁顺手摇了摇手上万魂幡，好人做到底。既然这么喜欢睡棺材，那你的魂魄也跟我走吧。 万魂幡上一道黑光亮起，顺带把周月江的魂也收了。周月江的魂魄直接被他抽出来。魂魄收走之后，张天鲁就把尸体丢到一边去。接着袖子一挥，这具万年乌木棺材被他收入袖里乾坤之中带走。另一边，张天鲁派出去的那三只鬼王也把人抓回来了。那偷棺材的张宏伟等人，一个都跑不了。